好，现在我们宣布开会。今天由我们教育文化委员会来举办互助式教保服务中心普及化的公听会，非常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及相关机关的代表，那到立法院来参加公听会。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呢，主要是第一，目前的幼托问题何在；第二呢，公司幼的比例提高，是不是就能解决我们民众托育的需求？隐性需要入园的需求如何被满足？第三呢，现有的教保公共化措施，包括目前教育部在推的增设或地方政府在推的增设公立幼儿园，或是普设非盈利幼儿园的班数，那政府到底有哪些负担？是否有其他的替代选项？然后呢，第四点呢，如果互助式的教保服务中心可以作为替代选项之一，要如何来推广互助式的教保服务中心？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今天所附的资料呢，在我们的会议通知上呢，还包含了这次幼儿教育及照顾法、幼照法，目前也由行政院即将要送到立法院来，也有委员的提案呢要进行审议。所以今天呢，我们涵盖的范围主题是，当然是互助式教保服务中心的普及化，但是呢，核心的焦点还是希望能够提供给民众，能够负担得起，而且能够就近入学的幼托照顾。那这当中，未来如果涉及到是幼照法在修法过程当中应该融入的意见，我们也一并趁此公听会将这些意见整合纳入。接下来呢，就来介绍与会的委员跟贵宾哈。那首先呢，我这边先教育部这边哈。教育部是由我们政务次长蔡清华来带领，我们欢迎蔡次长。还有国民及学前教育署的邱前国邱署长，欢迎您。那国教署的国中小组的组长吴小霞吴组长，好，欢迎。那么有国中小组的科长郭之颖郭科长，欢迎您。另外也有学校学务校安组的副组长李代华副组长，欢迎您。好，还有其他教育部的同仁。那接下来呢，我就按照今天签到的顺序，也就是待会发言的顺序呢，来介绍与会的相关的学者专家团体代表。第一位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民小学附设幼儿园的侯依依侯主任，欢迎您。第二位是新竹县政府教育处国幼班巡回辅导员冯素琴，欢迎您。第三位是全国幼儿园及教保人员联盟总会前总会长郑丰甫，好，前总会长，欢迎您。第四个是中华民国幼教联合总会秘书长施成汉秘书长，欢迎您。第五位是财团法人至善社会福利基金会杨耀颂杨组长，好，欢迎您。然后第六位是屏东县马家乡美园社区互助教保中心的理事长马秀兴马老师，你好，马理事长哈，哎，刚看到。第七位是部落互助托育行动联盟执行秘书金天立，啊，天立欢迎您。第八位是屏东县教育产业工会及屏东县教师会理事长黄普田黄理事长，欢迎您。那么预定发言的最后一位，就是代表我们这个学者专家跟团体代表的是屏东县教育产业工会及屏东县教师会的副理事长曾丽婷曾理事长啊，副理事长欢迎您。好，那因为呢，我们还有一些邀请到的学者专家正在陆续报到当中，我们在他完成签到之后就是适当的时机来介绍。好，那么首先呢，为了便于大家能够充分表达意见，我们先做如下的处理哈。第一，每位贵宾发言时间是七分钟，在第六分钟的时候我们会有铃声提醒，七分钟结束时就会有一个结束的铃声，请大家把握时间。第二，专家学者发言，我们就刚刚以签名先后顺序为准，现场的发言资料我们立法院会做成记录，各位呢也可以在发言之后补充书面资料给我们的议事人员，会纳在你的发言当中，注明是补充的书面意见。第三，那在我们进行当中，在场立法委员如果意见发表，我们也会会议中间穿插哈，以在场委员登记依序发言。那委员如果要发言，请到主席台前来登记。好，那么呢，接下来我想我们就准备哈，要来邀请发言者。那诚如刚刚一开始为各位说明的，今天由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所办理的互助式教保服务中心普及化的公听会，其实我们有三个主题啦。第一个主题当然就是互助式教保如何来普及，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希望再次的重申，
希望如何针对社会民众所需要的幼托服务的需求，有哪些方式可以来提供？刚刚的社区互助教保只是其中一个选项，我们也希望说与会的朋友呢，能够提供各种的可能性，尤其是中央到地方政府，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做法，在地方上包括有教师、幼儿园的从业人员、幼儿园的经营者，甚至家长代表，我们希望呢，你们都能够把各种可能性提出来。那最后呢，要再提示大家的，我们有。幼照法即将到本院进行审查，那当然幼照法的修正目的呢，这次是相对单纯，是为了跟我们的教育人员利用条例当中，还有我们的就是目前在幼儿教育体系当中有公立幼儿园教师他的相关规范，跟属于幼照法这边包含到这个私立幼儿园或其他非公立幼儿园人员的这些相关规范呢，我们要做一个统整。其实在幼保教保人员条例当中呢，我们在去年呢、已经做了修整了，但是我们也不排除说未来如果今天的公听会有什么需要未来在修法的时候一并召集的呢，我们也希望能够一并纳入。好，那接下来又有一位第十位发言登记的是博幼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吴文言吴副执行长，欢迎您。好，好，谢谢。那现在呢，就请教育部呢就现行规定、执行状况及相关问题提出说明，时间五分钟，请。好，我们请蔡市长，谢谢。我们主持人我们召委，各位委员各位各团体的代表、与会女士、先生，大家早。今日互助式教保服务中心普及化的公听会，那本部来进行报告，并聆听各位委员、各团体代表与会女士、先生的拙见呢。那本人深感荣幸。那为了保障偏乡地区及原住民幼儿接受适当教保服务的机会，那本部依《幼照法》、《非营利幼儿园实施办法》，还有社区互助式及部落互助式的教保服务实施办法的规定，那么协助地方政府设立公立幼儿园、非营利幼儿园及社区或者部落互助教保服务中心，那么来提供幼儿的优质普及还有评价的进变的一个教保服务。那么在今天的主题呢，第一部分的话，在有关偏乡地区幼儿教保服务资源提供的这一部分呢，那本部提供增设公立幼儿园班的这部分呢，来提升原住民地区国小附设幼儿园的一个设置比例。那么从民国93年度呢，那么就开始挹注经费，那么国民小学附设幼儿园的比例呢，已经从36.47% 呢，那么提升到85.30%，成长率达48.83%。那么另外在鼓励公益法人办理非营利幼儿园，推广优质评价及弱势优先的一个教保服务方面呢，那么也在偏乡及原住民地区呢，共设置了五个园所，那么供这个幼生的一个招生呢，有达到452人。那么另外本部积极协助地方政府成立社区或部落的互助教保服务中心，那么从106年开始呢，由原民会统筹核定补助经费，本部分摊三分之一的经费来简化行政作业，那么建立这个驻点的一个辅导机制。那目前呢，那么设立了8家的这个中心，那么招收的幼儿数呢是202人。那么在为了确保这个原住民幼儿优先入园的一个机会呢，从民国94学年度开始，也依照原住民教育法第十条的规定，那么将其纳入优先入园的一个对象之一。那目前在全国105个原住民的行政区里面呢，那么公共化教保服务的比例达80%以上的呢，一共有68个行政区。那么我们在这个同一学年度，全国5岁幼儿的入园率呢，是平均的话是96.85%。那么
原住民地区的原住民幼儿五岁幼儿的入园率的话是 98.85%， 所以从这些数字的话可以看出教育部在有效提升偏远及原住民地区的公共化教保服务方面的话是有它的成效。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要满足我们这个原住民儿童的幼儿的一个能够接受评价化的一个公共幼儿服务这一部分的话，我们还是有改善的空间。那么在第二个这个我们今天的议题的这一部分，那么现前公立幼儿园的一个公私立幼儿园的比例是3:7，那这一部分的话确实是我们有待在加强。那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透过这个前瞻计划的一个协助呢，那我们预计在106年到109年呢，我们要增设公共幼儿园呢1247班。那么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持续盘整盘点这个偏乡及原住民地区的教保服务的一个需求呢，能够协助更多的这个偏乡及原住民的幼儿呢能够接受到这个公共化的一个教保服务。以上做这样一个报告，敬请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团体代表那么给予指教，谢谢。好，谢谢蔡市长。那现在现场又有我们几位人员抵达，好，我来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教育文化委员会的李立芬李委员，我们欢迎您。那李委员待会在稍后也会进行发言。另外还有刚抵达的台东大学幼儿教育学系的郭李中文教授，欢迎您。好，那么待会如果有人其他到达，我们也会依次来做介绍。那接下来呢，请签名顺序第一位的专家学者，我们侯依依主任发言，时间7分钟，请。主席委员还有各位大家早安。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来自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妇幼。那我要先跟主席说声谢谢，因为主席那一年还在之前还在屏东的时候，真的大力的支持公幼可以编制正式教师，所以我是在那一年的时候考上正式教师。那我今天是特别要来讲到有关我们之前我们现阶段在屏东县我们有关公幼的状况这样子。那我要特别说明，我们是国小妇幼，而且我们是在偏乡区，所以我们跟跟市区学校不一样，我们是属于国幼班。那国幼班几乎都是3到6岁混龄的班级。那现在其实在屏东县已经慢慢就是让教师们都能够成为正式教师了，以后其实在教学跟品质上已经越来越稳定了。那很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在屏东也有5间互助教保中心。那这样子的成立对我们国幼班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协同的方式，因为屏东不是只有国幼班而已，还有互助教保中心，所以其实屏东能够开放出不一样的教学的不同而且多元的那个学前教育。那只是现在在国小妇幼这边呢，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还有一个困境是，其实原民会一直有在执行我们所谓的沉浸式主语教学。这样子的教学其实是呼应希望我们老师在执行我们的课程或者是教学的时候能够更加贴近我们的幼儿，可是只是在执行上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是我们现在目前的困境。第一个就是这样子的计划非常的好，可是他计划是在捆绑我们的学前教育，他会让我们的原住民的孩子先学习汉人的学习模式了，以后再重新再去学习我们原住民的语言。这是一个我觉得我本身我要特别介绍我自己的身份，我本身是原住民，可是我也对于我自己的幼教专业我很有信心。我觉得我在这样子的教育现场上我会看见我的隐忧。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会觉得我们在屏东县我们这样子的沉浸式可能就是大家会觉得说这样子的模式非常的好，尤其是我们的政府一直在呼应说我们能够贴近我们的孩子的文化，能够学习他们的语言，尤其现在语发法也正式通过了，我们都能够就是原住民语言已经变成正式的官方语言。可是我们现在
在现场的老师很能够希望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诉求，是在于第一，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松绑我们在学前教育这部分有关对于沉浸式主语的教学的方式，对，而不是只有一种规定，就是希望我们 每一间在执行沉浸式的园所都长出同样的模式。二，再来就是我为什么会特别会希望可以提，就是特别会介绍互助教保中心，是因为这样子的模式是我们国幼班跟互助教保中心能够互相合作的一个模式。可是现在沉浸式的团队并不鼓励我们做这样的互动跟交流，所以其实屏东有很丰富的在地文化，也有就是很扎实的就是对于学前的照顾，只是我们现在因为一个计划的执行然后要框住我们，这是其实我们觉得很可惜的地方。那我也 很感谢今天有这样子的机会能够把我在现场所遇到的问题能够跟委员还有各位在场的所有的伙伴们分享，也希望我们的意见能够被接纳跟倾听，谢谢。好，谢谢来自屏东马家乡长隆百合国小妇幼的侯主任。那侯主任刚刚有提到所谓的沉浸式教学主语教学的一个团队，后续可能后续的发言如果也了解到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或者有呼应或者有不同的意见都可以提出来。那这一点呢，我会后再跟您做一个请教，为何会捆绑到我们原住民族幼儿他的文化学习，或者说我们要发展出相同的模式为什么会造成困扰，后续在第二轮的时候可以请您再做更进一步的说明。那我们刚刚江乃馨委员OK， 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位是新竹县政府教育处国幼班的巡回辅导员冯素琴冯辅导员，请。大家好，我是国幼班的巡回辅导员，那待过新竹县特别偏远地方3年，然后也在国幼班辅导5年，所以对于那个，然后我们在我们新竹县也协助成立互助教保中心的这个工作，所以呢我们目前新竹县成立，因为交通的问题所以我们成立了2间就是互助教保中心，一个是司马库斯及马里光教保中心。那在这个成立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要找合适的场所嘛，还有符合资格的人员，在这两个项目上面我们其实真的吃尽了苦头那但是我们做到了。好，那谢谢教育部对我们的协助，然后也谢谢县政府帮我们的就是努力去处理这个问题那再来就是我们在成立的过程当中其实部落有声音是说我们就是国幼班在就是语言及跟文化的部分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我们汉人老师对这个部分是不够了解的，所以呢针对这个部分刚好就是我们后来有沉浸式族语的计划进场，那可是在新竹县申请了2年都没有办法实施，因为我们没有族语教保员。好，那我们鼓励县内的就是部落的人去参加遴选，可是都是为了就是针对卡在那个人员资格不符的问题，就是需要有幼照相关的科系毕业那所以这部分我有几个建议啦第一个就是那个族语教保员的部分是不是能够回归语言的本质、文化的本质在遴选的时候不要卡在教保的人员资格的这个部分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相对在原乡地区安全的场所那还有资格的部分，其实国幼班会是一个还蛮好的选择那所以在兼顾就是我们的品质还有我们的文化的这个部分，是这个前提之下呢，如果说沉浸式族语呢可以有人员进场，然后各司其职，然后互相合作，那我相信这个部分是会可以达到共好。那再来就是最后就是我针对那个族语教保的沉浸式的计划，我是认为说在我过去实施课语的沉浸式教学的部分，那我相信新传师会是一个很好可以协助现场针对文化语言的部分，除了汉人教师跟原民教师的这一块都可以获得，就是都可以做增能的部分，那我相信在未来在课程设计上面会是一个比较容易符合原民精神的
的部分这样子。以上，谢谢。好，我们谢谢第一位发言的冯树琴学员辅导员。那我们现场呢又来到了我们柯志恩委员，我们欢迎他。谢谢。好，谢谢。好，那第三位发言之后呢，我们就会邀请李立芬委员来帮我们做分享哈。好，接下来邀请第三位发言者是全国幼儿园及教保人员联盟总会的前总会长郑丰虎前总会长，请。哎，我们今天主席哦，钟立伟的，我是来自屏东哦，我也做了五年的总会长，不然想到以为退休了。那钟立伟指名我来论述这个哈，那我是站在一个国家的高度哦，就像五年前我有跟上书写信给我们的曹启宏县长，我说屏东县哦少子化的问题严重，你应该正式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他给我一句话，没有钱啊。我说没有钱，就是最大原因嘛，应该是你怎么去找到钱呢？怎么跟政府沟通？那我这边有一份哦，就是我们3月31号最新的人力银行S123求职网哦，它列出我们年轻人哦为什么不生小孩子的最大三个原因。我相信政府都有在看，也相信很多专家都在研究。第一个原因哦，就是薪水不够高。第二个原因呢，没有办法买高房价的房价。第三个原因呢，因为他不想照顾小孩子，工作很忙，这三大原因就是主因呐。那上次立法院的公听会，我也讲过，我也论述过这个问题。那我一直呼吁我们政府，只要不重视人口老化及出生率低的问题的时候，一直猛力在灌非盈利、公用，我们国家永远没有救。为什么呢？我们现在是3:7、4:6，或是5:5都好，但是这种是少数的人去分享国家整个的教育资源，另外五成、6成，甚至70%的小朋友，多数小朋友没有得到国家任何一毛钱的补助，这是错误的。希望我们所有的政府官员能够为国家整个着想。我上次又论述就说，我们补助他们2500块，甚至5000块，只是两瓶牛奶的钱，五瓶牛奶的钱，我们政府都不出，那我们在国家还有救吗？那我是主张向欧美国家提倡育儿津贴，补助我们所有愿意为我们生的小朋友，减轻我们年轻人，来提高他们的生育率。那我主张是5000块每个月补助我们的年轻人。这个补助呢不能短期，短期大家想一种啊，你补助1到6岁啊，后面就没有了，我干嘛生？我们国家既然有这个长远的国安危机，我认为就要仿效瑞典，他从出生到16岁每个月8000多块，法国1到20岁每个月补助4600，出生3万5，加拿大出生到18岁每个月18000，日本也是一样，只要你是他日本国民，他都补助一样。我呼吁我们政府，为什么人家有成果，尤其瑞典，他的出生率，尤其欧美国家很不喜欢生小孩，他的出生率是1.88。法国催生呢，它是全世界首屈催生最好的2.1，要维持一个人口的成长哦，大概就是2.1。它有什么好处？大家都一直想说啊，我赶快设公幼、设非盈利。其实公幼跟非盈利，我们问过教育部，里面真的弱势有多少？公幼不到20%，非盈利呢更惨，不到10%。这些少数的国家的资金，用在几乎很糟糕的地方，为什么不要把这些钱为了国家的长久的生存，为什么不把这些钱呢补助给所有为我们要生的这些年轻人身上？我们愿意养他，这是我们国家的责任。那我在呼吁他的好处，第一个，因为我们的妇女呢的就业率只有33%，是所有
国家里面很低的国家，像欧美国家大概是八成多。我们国家的缺工，那我们假如说政府愿意补助，他把小孩送出来，我们的就业率就会提高，增加国家的生产力。你知道台积电一个员工可以增加多少钱吗？我们补助的好几倍。第二个，我们也可以解决双薪家庭，因为妇女出来就业，双薪家庭就可以提高国家的这个年轻人愿意生。我们也可以证明说，瑞典、法国、加拿大这些人不会因为他两个夫妻出来就业就不生小孩，而且生得更多。由法国也可以证明他们生最多，他们的工业只有几趴呢？只有16%，其他都是私用。所以我政府一直说，我们广设公有，广设会盈利，结果呢，最多给你5%，5比5好不好？那其他五的人呢，也是死在那边了，他也不愿意生了。所以，我呼吁我们的立委可以真正去了解国家大方向。我是可能这个主题跟这个有关系，但是还有一个，我们所有的幼教资源真的分配不均啊，全部的经费都留在公立跟非营利了，私幼一毛钱都没有补助啊。在日本啊，你要读私幼是要排队的。好，谢谢各位，我是这个另外的想法啊，希望我们中立委可以反映到我们中央，国家需要我们去救，小孩需要我们去养，谢谢。好，谢谢郑理事长，我们第一响铃是只是还有一分钟了，所以没关系。那我们在场有也刚到的，有包括了全国教保产业工会杨秀燕杨理事，欢迎您。好，以及中华民国儿童教保联合总会的谢子元总会长，好，欢迎您。刚刚郑总会长有提到，不是只有钟嘉宾在这里，我们科委员也在这，李委员也在这，我们教育部的官员也在这。那主要刚刚的论述内容是提到，目前在着重公私比之外，入园率也有将近4到5成的幼儿并没有接受任何公私立幼儿园幼托的服务。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相同的有一个相对的剥夺？国家花那么多的资源在帮助已经入园的幼儿，他的家庭跟家长可以得到不管是公幼或非营利的其他服务的同时，那些没有办法入园的孩子们，他们的权益在哪里？这个也是一个课题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李立芬李委员来进行发言。在李委员之后，我们就接下来请那个市长来。好，主席，还有我们今天关心幼儿教育的各个先进，大家好，还有我们教育部，还有我们科委员，大家早，就是很高兴今天有这么多人，我们一起来关心互助式的教保服务中心。那其实我以前还没有来立法院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有所谓的互助式的教保服务中心。那时候是我们那个部落互助托育行动联盟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天理有到，他们有来我的办公室来找我，然后来跟我说明什么叫做互助式的教保服务中心，那特别是部落互助式的教保服务中心。那当时我才知道说原来在他们来找我那个时候，其实只有5间，全部都在我们今天的主席钟嘉宾委员的屏东县。我知道说当时我们钟嘉宾委员他在当副县长的时候就极力的推动，然后协助他们可以把这样一个教保中心能够设立起来。所以其实刚刚我有听到前面的几位的朋友就提到说，整个在部落要把这样一个互助式教保服务中心设立起来，确实有很大很大的困难，包括就是整个硬体相关的一个设施。那我后来也找了我们国教署的邱署长，我们一起来讨论。那我很谢谢邱署长，他也非常的支持，所以我们后来就在经费补助这个部分也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因为在当时我们的教育部只给我们这些教保中心的补助是在教材教案的一个补助，那我们的那个部落的老师就跟我讲说，我们在部落里面我们要教孩子认识大自然，我们可能要去看野外的生物，我们就用
买一把镰刀带着他们去割草，那他们觉得镰刀应该这种刀子应该是教材，可是怎么申请都申请不下来，因为我们想象中的这些教材一定是我们都市里面这种在 书局里面还是说这些幼保的相关的系统里面卖的才是所谓的一个教材，所以我在想说，所以当时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现场的老师一个提醒，我们也要求我们的教育部真的要给我们的整个互助式的教保服务中心更多的一个协助哈。后来我也很高兴，就是说这个部分我们在教育部有提升了哈。那我一直跟署长讲说，我觉得哈，我们应该还要再多一点，再多做多一点哈。因为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这是一个原住民的孩子，我们就觉得这就是原住民委员会的事。我想象中的原住民的教育应该是以教育部主要的一个经费为出发点，可是我们的原住民这个部分，原住民委员会提供的就是我们在教育的内容这个部分，我们怎样子能够达到我们原住民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教育，这个部分才是我们原民会应该提供的一个角色哈。所以我就是说，这个部分其实在这个分工，我还是觉得说还有一些讨论的一个空间哈。那后来也因为我志善哈，我们志善基金会的一个努力哈，所以我们后来在我们的刚刚有提到在我们马里光哈，还有这个另外一个，对不起，星光吗？好，司马库斯哈，我们也成立了两个部落互助式的教保服务中心哈。那这个部分也刚刚有提到说，也是我们新竹县政府还有我们国教署一个大力的一个推动哈。那我也很高兴看到说，我们在今年我们台东县是不是卑南乡跟金峰乡也都会要设立哈？只是说如果这样子看起来，到今年其实大概只有十所而已哈，所以其实还是非常不足。那我其实有遇到一些教会的一个原住民教会的牧师，我有跟他们提说，其实教育部原民会有这样一个方式，可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说，目前知道的哈，可能还是没有那么的多哈，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部分还是希望我们教育部还是应该要再多多的一个推广哈，多多的一个推广。好，那我想说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说我们要如何做这样一个推广，那能不能走出所谓的部落，因为我们知道在幼教法里面是写社区跟部落嘛，那有没有可能在社区 去推动所谓的互助式的教保服务中心？那我觉得说我们可能在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先定位互助式教保服务中心的一个地位，就是说它是盈利还是非盈利。基本上我觉得它是一个非盈利的一个幼儿的一个照顾的一个模式，那在一个可能一个公立或是私立的资源没有办法进去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用了所谓的互助式的教保服务中心的一个概念。那这个的部分要去松绑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就是比较是在硬体相关的一个法规，可是我觉得我们对幼儿的照顾这个部分的品质的要求还是要一定的一个要求，而不是说他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给比较不好的一个教育，可是这个好的教育跟不好的教育，可是就是又要另当别论。就是说，刚刚提到说我们在部落里面，我们可能还是希望是原住民的相关的一个教育、文化的教育是一个重点。那这个部分的适当的一个教育，可能也不是由我们一般都市的还是汉人的一个方式来理解哈。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部分是我们应该要去确定，就是说我们这个教保服务中心的一个地位哈。那再来，我知道说我们教育部在这次的幼教法里面会希望把第十条第三项能不能就是扩充到所谓的企业的托儿，就是在那个企业的幼儿照顾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我是基本上我是赞成的，因为我们之前我们有一些委员，我们一起来开企业托儿的一个公听会，就是现在有一些企业他们愿意来一起来协助他的员工来照顾他们的孩子，可是碍于相关的法规，例如说我们的分区土地的分区使用，还是那个建筑物的所谓的那个使用执照等等的哈，以至于我们的企业要设立这样一个幼儿的照顾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设施，其实是有困难的。所以现在就说，好，那我们能不能做一个所谓的职场互助式的教保服务模式？那这个部分还是要回归，
还是要讲到刚刚的一个论点，就是说它还是一个非盈利的，它的服务的对象是以企业的员工为主。那其实我之前去日本，我看到的是日本的企业做的企业托儿，他们是企业在拿经费出来，然后来协助他们的员工，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而不是说我们企业托儿做出来之后我们要去 跟一些私立的幼儿园去抢学生，好，没有，这是以他的员工为主。那是不是要联合办理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也可能还要再讨论一下是不是要联合办理，因为我觉得说我们是回归到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对他的员工的一个照顾，我们希望他就近提供这样的服务，然后企业能够做更多的一个协助，更多的经费的投入，让我们的员工能够在企业里面好好的工作，也能够照顾到孩子。好，那以上是我的一些意见，谢谢。好，谢谢李立芬委员。刚委员提到互助教保他在部落的状况有很多跟我们在城乡有落差，思维是不太一样，那还好呢，有些改变。那另外也提到了职场托育，未来是不是可以把它引入到职场当中，那重点是这些互助教保应该是以非盈利的角度出发，那这是刚刚李委员的主要意见。我想接下来呢还有没有新的到场的人？没有啊。好，那接下来依序我们就请第五位发言的是财团法人至善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对不起哦，那个施承翰没有，对不起，中华民国幼教联合总会的施承翰秘书长，我们欢迎施秘书长。赵委好，各位委员好，还有各位长官、各位来宾、伙伴，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幼教联合总会秘书长施承翰，在此报告。好，下一页。刚刚呼应我们刚刚有偏乡跟原民地区的教育伙伴哦，在这个互动式教保服务这个部分，在偏乡跟原民地区，这个一定要重视。好，等一下我会讲到一个非盈利。好，在非盈利这个办法刚推出的时候，我曾经以为我可以只要政府的法令跟场地的弹性只要赋予我，我可以自己出钱在一个偏乡山区做一个非盈利的幼儿园。可是非盈利的办法真正出来之后，它只适合在哪边营运？都会区。好，这是一个对偏乡跟原民地区非常不利的一个条件的一个法令，叫做非盈利。好，可是它真正该需要照顾的是谁？是都会区吗？是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吗？还是我们教育资源是弱势的地区？好，因为个人曾经也在偏乡离岛的中学服务过，好，我个人相当认同说这个偏乡跟原民地区的这个教育是我们政府还没有做到的很好的地方。好，另外呼应我们前两位发言，一个政风府前总会长，好，提到说真正在于家长养儿育女的负担上，好，这个生育率低的原因，好，再做一个这个调查，是在真正的原因就是一个经济的问题跟一个不婚，好，不想生，好，的这个部分，这个在数据上，大数据上来讲，这个其实是家长现在的年轻人真正的一个少子女化的一个原因。好，所以刚刚呼应这个政府前总会长讲的，好，我们希望所有的国民、所有的家长、所有的幼儿都应该有一致、平等、均等的一个教育机会跟教育经费政府的支持。好，那或者是说在欧美国家、先进国家本来就是应该注重这个区块，那另外在我们提升妇女就业率，我们也可以用一个配套措施啊，现在劳动力缺乏，那我们也鼓励妇女来就业的话，那如果说我们父母都是双薪，父母都是双薪投入劳动市场，那这对国家的经济一定有帮助，那政府就来试这样的一个劳动条件，我们来补助嘛。好，总不能说父母不上班然后还有补助这个教这个养儿育女的费用。好，那如果说父母都愿意投入劳动市场，那政府来做这个养儿育女经费的一个支持，那这个我相信对国家的一个劳动市场跟经济发展还有真正解决经济
低薪、长期低薪，这是台湾普遍的现象。还有真正鼓励我们年轻夫妻，可以在工作跟养儿育女的一个辛苦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好，好，下一页。好，这就是刚刚，如果说在互动式的教保服务，我们想说，哦，一定要做政府，一定要做全体国民的支持，全体的家长跟国民跟幼儿都要有一致性均等的机会。那或者是说一个临时人力的一个支援，二十四小时社群支援，这个社应该现在有很多的一个社区保姆的机制，这个看要怎么整合。好，那或者是说有一个社区的免费型的公共空间，是可以有故事屋，可以让父母在假日或者是一个平常日的下午或晚间，可以让他是有一个空间，有设施可以带孩子去那边做一个亲子教育互动、家庭互动的一个空间，这都是一个互动式教保服务可以去解决或是提供的部分。好，那下一页。那真正呢，其实在要解决这个我们台湾少子女化家长养儿育女的负担这边，应该是我们先想一下要解决的最大的量体、最大的供应端，或者是最大的需求在哪边。我想不外就是公立幼儿园，或者是非营利幼儿园，或者是私立幼儿园，这是所有家长、所有幼儿最大需要这个教保服务的一个区块的地方，人数最多嘛。好，那下一页。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公幼有它的政策，公幼有它的政策任务需要完成。非营利，虽然说它不是设计给偏乡原民地区，它是设计给都会地区，这个相对教育资源丰富的地方，这是我个人认为非营利的设计是比较畸形的地方。因为还是回归到那一句话，我们政府应该在教育资源弱势的地方多下一点力呢，还是政府应该在教育机会、教育资源多的地方浪费力呢？浪费资源呢？我不能说浪费，然后这个可能又对那个非营利的一个机制有点不是很客观，好，这是我的重点，是政府应该在教育资源弱势的地方、不利的地方多下一点力、多下一点资源吧。好，这个同意吗？好，所以如果是以公幼，它有它的任务政策需要配合，公幼也照顾蛮多弱势的一个孩子，但是实际上呢，公幼它每个小孩子每年实际的成本，应该高达16万-17万，如果说我这个数据计算错误，欢迎来跟我指正，我们来正确讨论一下公幼它的每生每年的实际经营成本是多少。好，然后呢，非营利也不便宜哦，非营利两岁到三岁的孩子就超过10万，三岁以上的孩子一年超过9万6。那这边我要争取的是，就是在私立幼儿园他照顾大部分家长养儿育女的任务的时候，我们政府给了家长什么样的支持，什么样的经费补助，其实是相对少的。好，那在这边我们也很蛮重视教我们私幼人员教育幼教工作人员的一个薪资。那这个薪资呢，我还是要回到一个比较不恰当的举例，是如果是在一个餐饮业，好，我们需要说这个餐厅的营收多，营收高的话，人在餐饮工作人员的薪资才会高嘛。那这个来客，这个餐厅就会说来客数多少跟一个客单价多少，这两个都要高。可是目前我们承认，我们也愿意在立案人数，这个立案人数就是我们的来客数，这个是要有法令的限制的，这个立案人数，这是必须要符合立案人数。好，但是在于这个客单价的部分，就是所谓私幼的收费，我想这是要我们比较公平客观的来看，私幼的收费是不是真的那么的贵，而必须要受到一个学费的动涨控管，还是说政府其实对于私幼家长的补助太少，而造成家长觉得养儿育女的费用负担是蛮高的、蛮辛苦的。好，可是我们也可以说啊，如果说我们希望幼教人员工作的薪资能提升，好，立案人数那是不能变的，那是法规，那我们就可以来公平客观的看待，我们私幼要发展教学特色，
要发展设施设备的一个差异化，或者是幼教的多元化，这个的的确确都是需要成本。好，那私幼的费用 相对的也不可能便宜的下来。那可是所有的家长都应该有一致性，政府的一致公平的对待，所有的幼儿都应该有政府一致性公平的对待。好，这是我们在这边要为所有的家长跟所有的幼儿来发声的部分。好，因为毕竟我们同意互动式教保服务中心要普及化，但是我们要解决的一定也要同时解决这个所有家长人数最多跟所有幼儿人数最多的这个区块，就是在公幼非营利跟私幼的部分。好，谢谢。好，我们谢谢施秘书长。施秘书长提到大概有四个重点。第一个就提到了目前在推的非营利，他是否有办法到偏乡去支援这些需求的家长。第二，他提到说目前有四成幼儿未入园，那这当中有多少是隐性需求，政府是不是应该把这些隐性需求的照顾也纳入进去。第三个，他提到未来这四成未入园的人当中，是不是父母啊，所以他这真的是有需求，就是说他投入劳动，所以他真的没有办法在家顾小孩，那这时候政府要怎么协助他。最后呢，他提到我们公私幼的成本存在着政府补贴的一个逆向的一个补贴，譬如说公幼的成本事实上达到17万，非营利有达到10万，那私幼的收费到底是不是合理，那进入私幼的家长的负担能不能得到国家其他的补助，这大概是这个几个重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邀请第五位是财团法人至善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杨组长，杨耀宋杨组长。那在杨组长之后，我们就请柯委员。各位委员及各位那个教育先进，大家好，我仅代表至善社会福利基金会第一次发言。我上个礼拜呢，在五峰乡有几个妇女，因为我们在一月的时候办了第二次，这个、跨了十几年，第二次我们办了一个坚实前山区的保姆人员训练。那我们在办理保姆人员训练结束后呢，五峰乡就有五位妇女呢，看到马里光教保服务中心，好，那马里光教保中心也感谢几个教育的先进帮忙，然后我们终于在去年我们终于拿到了立案的证，前年拿到了立案的证书。好，那五峰乡的妇女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我要办我自己的幼儿园，为什么这么困难？然后因为我把教育部在以及原民会所申请设立教保服务中心所有的条文以及结构安全鉴定的计划传给他，那我们就开始进行了一件事情，就是找场地。那有一个比较长辈的亚大就是跟我讲，为什么找场地这件事情不是政府找给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民间要去找。那所以这个亚大提醒了我一个问题，因为的确至善基金会在过去的几年，我们在几个部落里面推动教保服务中心，的确场地都是由民间来找。那至善基金会在去年的年底办了一件论坛，那钟文官钟秘书长钟老师的花莲阿美族的老师，他也问了这个问题，政府在寻找非营利幼儿园甚至是一个公共空间的时候的积极度，比民间要发展社区教保中心的积极度完全都不一样。那为什么政府不是找给我们场地，然后让我们来自己办自己的幼儿园教育？那这也是钟文官老师也提醒了我这件事情。如果原住民族教育法里面有很明确的一条是原住民族自己有自己的幼儿园，甚至是未来长远来讲我们要发展自己原住民族的教育的时候，可是我们都在各县市政府的第一关就是场地跟空间，我们就遇到很大的问题。在教育部的预告性修法里面，的确有一条幼教法里面有一条就是针对在都市计划区内的确可以放宽结构安全鉴定取代建筑执照，但是这一条好不好用？我们觉得不好用，不好用原因是因为县市政府还是卡你啊。那结构安全鉴定的认定里面，我只认定水泥吗？水泥之外的原住民族的不同的建筑使用媒材不能使用吗？这个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逻辑。那可是我们的法条很死，我们在结构安全鉴定里面，我们还是依照可能是水泥，可能是相关要多少比例，所以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那可是教育部其实是非常有善意，
包括县政府其实也有善意，像花莲县政府、台湾都有善意，可是那个善意其实会不断的卡关，那个卡关要怎么办？好，那教保中心在去年哈，那因为智善去年办的第二届的论坛，我们目前发现到截至目前为止，在前年教育部在巡回各区进行教保中心的推广的普及公听会后，还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间可以设立成功。那每一个地区的状况都不一样，好，那可是都在空间上卡关，但台东不是，台东卡关的是。所有的行政程序还是会慢。另外，台东大学的吕美群老师也有请我跟大家说，他其实也提出了一个计划，是足语保语招募人员的训练，目前也还没有通过。所以我想，空间有了，可是人如果还没有到，那怎么办？好，我想这个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是，在如果依照教育部所提供的第二页的第三项，我们依照幼教法的第十条规定。以及原住民幼儿基于学习其族语历史及文化机会，以发挥部落照护精神，得采社区互助教保或部落互助 教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更为积极的帮原住民地区寻找场地，以及培育族语保护员？这是我第一个所想要表达的地方。第二个，智善基金会在新北。有一个服务的地方是伯特利幼儿园，它是属于都市原住民地区。我们都知道，我想全部人都做教育部一定也知道，原住民的人数在都原地区其实已经占一半。可是我们事实上在都原地区没有任何一间都市原住民族的教保中心，因为教育部的思维是。希望把这样的原住民的孩子就放到我们国幼班的系统里面，或者是妇幼的系统里面，或者是私立的系统里面。可是当伯乐利的主责负责人牧师告诉我说，这些孩子我从不同的村庄或不同的县市迁徙到新北，我们这一群聚落的人为什么要分散到不同的国幼班系统里面？能不能有一个自己的生活的群体里面？尤其如果所有的伙伴都知道，在零到三、三到六都是语言学习跟文化学习最好的时机点的时候，又有族人愿意出面来照顾的时候，那为什么不能够在部落、在都市原住民地区里面成立都市原住民族教保中心？那教育部有没有善意？有，也提出来，但是我们卡在县市政府场地使用问题。政府在教育部在第四页，本部透由前瞻计划建设校园社区化改造计划，教育部也提出了善意，而且也提决定愿意增加公共化教保服务。但是我们在新北政府在成州国小遇到了卡关，那个闲置空间可以使用啊，可是主导权。主事者如果不愿意提供，我们也没有办法使用那个场地。那个主事者是谁？好，那我们的董事蔡延智董事就特别早上在写给我，告诉我说，那个主事者愿不愿意更多去思考都原原民文化孩子自己的受教权及文化传承的权利？如果卡在县市政府的话，所以作为互助教保中心里面，县市政府。中央必须要齐步走，我想这是我要表达的两件重要的事情。因为我的时间到了，谢谢。好，谢谢杨组长哈，代表智善哈。我想杨长刚提到就是有两个重点，第一个，互助教保很容易在场地上被卡关，他认为政府花了很多力气帮非营利幼儿园找场地，是不是也应该用同样的精力资源去协助社区互助教保或部落互助教保能够解决场地问题？第二个，他提到了有别于社区互助教保，在原住民而言，互助教保是一个非常重要能够延续原住民文化传承跟语言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做法，这是目前在我们幼儿照顾体系当中，教育部自视的学校当中很困难达到的。刚刚呢，在第二位发言的这个国教冯树琴冯巡回辅导员有提到类似的问题哈，所以我把这个问题呢，刚好今天联合报啊，有登出一个读者投书哈，大概也是谈到了语言学习这样的问题哦，供大家参考。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柯志恩柯委员发言，请。
谢谢招委啊，还有教育部的蔡次长，还有各位我们幼保先进，大家早。那我想四月四号儿童节，然后在儿童节前夕，我们的招委办的这样的一个公听会，我想意义非常的重大，而且今天来了这么多人，我想最主要是大家想要对于我们的幼儿教育呢能够贡献一番心力。那我个人本身在没有进立法院之前，我在大学的19年是在师资培育中心有当过教授。那我们培养了高中、国中、国小，但是呢，当我们很久以前想要特别往下延伸到幼儿教育的师资培育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学生是不愿意进来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即使有这样的一个证照，他出去之后呢，他的薪资是非常低的。我想在场很多人都已经点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师资没有一个完整给他一个未来的这样一个幼保人员一个好的稳定的一个收入的话，其实我们面临人力很大的一个缺乏。那即使人力大家有的热情也一个差不多的一个薪水，但是呢，就像陈如刚有很多人反映出来的，教育部他是有善意，但是他的法规却没有弹性，特别是他虽然是一个中央主管机关，但是你回应到这个所谓县市政府的时候，彼此之间有个落差的时候，其实教育部在这一方面的态度，我必须要说是比较被动跟消极的。这也是为什么各位在第一线的时候呢，请你发现你其实常常使不上力。那我们特别来提到，今天其实除了有关于辅助式的这个教保之外呢，我们还要提到有关教保的公共化问题。那我就要点出来了，每个人都知道教育部其实他是很有心要来让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个家长能够好好的有这个照顾孩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啊。但是你看这个资源到底是如何来做一个配置的，我们目前来说以扩大教保公共化来说的话，要花60亿经费增加公立跟非盈利，前瞻也编了20亿，这的确都是要营造友善的育儿的空间。那也希望在109年的时候呢，能够让公立幼稚园达到40%。所以我们不断的提出来这个师资怎么办，地方人力行政各方面的配比该怎么办，但是既然已经要执行了，我们就仔细来观看一下。但问题是我们的赖院长去年底又匆匆丢出300亿的私立幼儿园的公共化，那这当然引起非常多的一个讨论，这个好或不好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有几个矛盾点我们势必是要出。他虽然他这个部分是要解决目前为止公立幼稚园缓不济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两个之间大家也看出来是非常矛盾的。什么叫做准公，把私立幼稚园叫做准公共化幼稚园，私立就是私立啊，公立就是公立啊，准公共化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未来在109年的时候，你要新建1200多班的公立幼儿园，你现在给私立的小孩2万到7万，这是要复制台南的这个部分。那未来这个公立幼稚园诚如大家109年弄到的话，那其实私立又该怎么办？那这些部分的整个的配套到底该如何？那就谈到我们目前提到的这个互助式的教保服务中心，我觉得我很感佩哦，非常多的这个民间单位哦，真的很有心，而且都是非常年轻的第一线的工作者。我想他们很有心，政府当然有必要把他们这个有心付诸于实践。但是呢，我给予他们的资源到底是哪里？光是一个法令的一个卡关，地方政府，然后呢，教育部当然有很大的权责要去协助地方政府来做这样的事情。之前我们提到这个部分，就有关于非营利幼稚园的时候，我就提到了公立幼稚园当然是县市政府做的，非营利幼稚园是中央政府了，所以像很多公立幼儿园，包括我们屏东，我就提出了几个学校，像归来明明就有附设幼稚园可以设立公立幼稚园，但是他这个钱是要县市政府拿，他干脆把它停了，然后来用中央可以补助的非盈利，那因为这样的地方就会少了比较多的钱嘛，这也都是在资源配比上面，大家会在这个部分当中去做一些的砖，好不好？我不能说它不对，但是呢，总会在法规之外，大家试图寻找一个可以保住地方财源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那我们讲说辅助式的这个方法，他认为是说在普遍性之前、普及化之前，然后呢把这个所谓的互保式的东西当作是一个选项。那它是一个次要的选项还是一个主要的选项？那你是否应该要来考虑修法？因为呢社区互助化的这个部分不应该只是在普及前的暂存的一个状态哦，所以你整个的法规的设立条件你必须要做一些的修改，你包括一些所谓使用的人，我现在知道有非常的宽松，但这种宽松会不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因为偏远的地区或者是原民的地区，既没公幼也没私幼也没有非盈利，你就能靠这个，那靠这个部分唯一残存的这个方式，政府到底给予他们什么样一个部分，起码最基
基本的在这个法规上面的支援或在经费上的支援，对不起，到目前为止我真的还是没有完整的看到很明确的一种方式。而且到底全台湾有多少的这个资源上的配比，到底我们的经费，我还是强调我们有经费，但是经费有没有花在刀口上面，它需要一个普遍性的一个调查，到底这些幼儿的孩子到底在哪里，每一个地区到底缺乏的是什么样类型的这样子的幼儿园，或者有哪一些的孩子是我们完全是黑数，我们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全国性非常完整的一个这个层面。所以呢，到底这个我们幼教的公共化政策到底有没有资源错置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这一次考虑到这个公听会听完大家的很多的意见之后，我们才是真正的有这么多钱，政府有心要去做，但是它的配置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即使是你放给地方政府，但是你不要忘记地方政府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在管理这些事情，他们的脑袋都是公务员的部分，他们的弹性度比不上家长的忧心度，跟比不上第一线这些愿意站在第一线人的这一些人的想法。那为什么不尊重他们的一个想法，却是不断的告诉你法规就是这样做，我就是让大家最无力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天呢，我们只能透过这个公听会里面，我会建议各位往后的一个发言，除了显现这个问题，你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刚钟委员很厉害的把大家的一个结论全部归纳出来，但是除了低薪家长不愿意生如何如何，然后钱有限，你不可能无限制是发给大家一个月5000块或一个月如何如何，长期都是不可能的，除非台湾今天突然之间变得一个利益大国经济大国。那在有限的资源之下面，应该提出很确切，特别在法令法规上面到底如何来去做一些的修正，或者是要加入什么样的一个条款，可以协助行政单位能够因为各位的意见而把它放在刀口上面，我觉得这是比较具体的一个方式。你们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把法规拿出来，把县市政府所刁难的地方拿出来，把你认为建筑物你刚刚说的硬体的部分他们没有弹性或他们不知道的地方，把它全部点名出来，全部汇回政策，立法院才有办法帮各位着力。唯有立法院帮各位着力的话，才能够督促教育部做出一个符合各位在第一线上面该做的一些最确实的策略上面的一个落实。谢谢各位。好，谢谢柯委员哈。刚刚柯委员也再三的提醒，也在面提醒教育部，我们的需求调查哈，应该要赶快去进行。对，好，然后第二个呢，提到我们所谓的这个松绑的问题，法规松绑哈，跟品质的要求，这也是要去取得平衡啦。正如刚刚第二位发言者提到说，教保员的考试，其实部落要重视的是主语，但是呢，我们在幼教法第十条，或者说我们的这个互助教保的办法当中，对于幼教员的教保员的要求资格还是有一些的限制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下一位第六位，请部落互助托育行动联盟的金天立执行秘书发言，请。委员、各位朋友、各位伙伴，大家早安。那今天参加这个公听会，其实心里面非常的澎湃。那尤其是看到钟嘉宾委员，就刚好想到在5年前的此时此刻，其实我们屏东五个部落托育班，当时就是在我们要做设立登记的最后的会刊的期间，就是还在通过的前夕的一个最后的关卡那样子。对啊，那往事历历在目。那今天来到这边，我想说5年过去了，我们重新来看这个问题。那我想说我们托育的问题，我想集中在偏乡的部分，我们就来看现在的现况哦。那现在的现况，以偏乡来说，我们几种主要的托育模式，私立基本上就是没有，因为无利可图。那非营利难以设立，那主要就是说，它的营运规模基本上要到60个幼儿以上，它才能够维持正常的营运。那在偏乡或者是部落，大概很少有能够维持这样的规模的一个容量。那所以说目前是以公立为主。那但是公立是不是其实目前这几种的托育形态都有它的局限。那这个局限主要就是说
没有办法贴近偏乡社区或者是部落他的生活真实的样态或者是需求。那这里面有几种不 match 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交通距离，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手上我的资料的话，就是以屏东县牡丹乡旭海村为例，就是在他还没有成立社区互助教育服务中心之前，其实乡内是有国小，但是国小的距离大概要差不多半个小时的车程，而且都是弯弯曲曲的山路。那其实现在目前主要很多的偏乡都是这样子，就是说他可能有国小，可是他距离很多的聚落是遥远的。那或者是说他把原本的乡托用一个联合整并的方式来提供一个大而集中的一个幼儿园。那可是对于比较偏远或者是比较小型的一个部落村落，他可能就要用娃娃车，甚至他是娃娃车不可达的地方。那这个交通其实是造成很大的困难。第二个，时间，他是不是能够配合部落或者是村庄他们家长的一个生活的样态。那就是现在如果以国小妇幼为例的话，他其实有固定的寒暑假和上下课时间。那可是其实这是不是部落家长能够完全配合呢？其实也是有困难。那我以新竹的司马库斯部落互助教育服务中心为例，他们的时间上的安排就完全打破。他的学期并不是七八月放寒暑假，他因为他是为了符合部落的需求，所以他是用观光客的淡季的时间来作为他的寒暑假。那他也不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提供教保服务，他礼拜天提供教保服务，反而是应该是礼拜三的时候休假。为什么呢？因为礼拜六礼拜天才是部落的人最忙的时候。对，所以说这个是整个时间上的形态的调整，去符合部落的样态。第三个年龄的部分，就像我们屏东县嘉平部落互助教育服务中心，它同时又有国幼班存在，但是它没有提供四岁以下的幼托服务。所以说教保中心也是有它存在的意义，是说两岁三岁的幼儿并没有被辅导。那第四个，文化上它可能没有提供能够符合在地文化的一种托育服务。所以说这个我们回来看所谓的普及，那我觉得要重新定位这个普及，它并不只是量的问题，提供量的问题，它很重要是说你的分布，你的服务形态是不是符合偏乡和部落真正的需求。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可能要重新定义普及，是说我们希望每个有人居住的社区和部落都能够有在地的幼儿照顾和学习的场所。那居民人不需要因为没有任何的教育和照顾资源要迁移到外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权。那再来是说，其实也不是真的不是每一个部落和社区都有国小或公幼啊，很多已经被裁撤掉的地方，它很难再复校回来。那所以说回来看，我们来看互助式教育服务中心它的定位，它虽然放在第十条，不是第九条，但是它其实也是一种非营利的托育。那如果以现在我们目前的状态来看的话，就是全国八间的社区互助和部落互助教育服务中心，它其实是由社区、家长和国家共同承担来营运。那这部分也是有很大的感受，就是邱署长在前年十一月，就是我们来到台北开会的时候，就是感受到那个教育部和原民会终于可以共同合作，一起来共同承担。那这部分社区和家长，大概我们目前的状况是说，大概我们承担的部分到三成到四成的部分，那国家承担的部分大概到六成左右。那所以说它应该是纳入多元的公共化的选项，而不是次要的选项。那最后要谈的诉求其实是公共化，它其实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是社区化和在地化。那这个部分就是说，可能有些人就说，是不是教保服务中心放宽很多，或者是它的品质比较差？其实并不是，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更
强化要求说，其实它里面包含很重要的一些品质，是说比如说社区草根的公民组合，它是可以共同参与、共同决策、共同决定说我想要的托育形态是什么，然后它的师资、它的空间都是在地的，它也是有在地的社区参与经营管理。那最后的要讲的是说，我们希望，不好意思，我把这边讲完哦，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具体的诉求，就是很重要的是说，除了社区要有力量之外，那各县市政府就像当时五年前在屏东有一个跨局处的整合，在这个县市的层级，然后要在全国和县市都能够做一个整体的教育训练，让行政人员都能够知道说这样的形态是什么，它和一般的幼儿园有什么不同，怎么样积极的支持这件事情，那可能才能够让这个教保中心可以顺利的推动。谢谢。好，非常谢谢金天立执行秘书哈。那特别要这个机会提醒他，刚讲的重点就是要我们教育主管当局呢意识到，互助教保它事实上也是一种公共化的服务之一，是选项之一哈。那未来也能够尽量多办理跨县市的经验分享，协助地方政府解决在司法性上的问题。那重点刚刚金天立执行秘书提到三个部分哈。首先呢，这互助教保它不只是一种互相帮忙，但它提供的不是次品质的服务，而是透过内在的互助取代外在的监督，那重点它是贴近需求的多元服务。正因为它是贴近需求的多元服务，它的样态可能就不是我们一般所熟悉的行政管理上有单一的行政管理造成的外部监督，反而这种外部监督可能会造成互助教保它的精神会丧失哈。我想呢，这三个部分呢，就有请我们大家可以来了解关怀。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到是屏东马家乡美园社区互助教保中心的马秀欣马理事长马老师，请。在座的每一个伙伴们，大家平安。首先我要跟几个贵人来说感谢的话。好，那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场合，如果我们是从部落来，我们都要对我们曾经对我们帮助过的人来做感谢。第一个感谢的，刚刚讲临门一脚的，让我们互助教保服务中心能够成立到现在，就是我们的庄家斌委员，当时他是副县长，我真的看那个画面还在我的脑中，还很感动。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教育部，那我刚刚看到的那个邱署长，他亲临我们的教学现场来看我们，以至于会有很多的法规在那个时候就被改变或可以继续走下去。那另外一个我要感谢的也是李立芬办公室，就我们的李委员还有珊珊，好，他们这几个人长期以来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对我们的协助，以至于我们即使是在最基层也知道中央这边在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我们现在能够衔接到现在国家的那个国家的这现在的这些体制里面，我们能够知道的也是透过这些人能够转化成让我们听得懂看得懂的一个方式，让我们能够进行到现在。那另外一个就是也是圆明会哈，那刚刚讲我们的会员，我们几个伙伴都已经说过了哈，圆明会也是在这个部分扮演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与之承担现在目前教保服务中心的一些执行的部分，现在是由圆明会的这个部分，尤其是陈坤生处长那带领着他们圆明会的这些同伴们一起来承担这样的事。那刚刚讲屏东县政府，当然我们是何其有幸在屏东县，所以今天在屏东县本来是有南投跟苗栗互助教保服务中心，那时候在成立的时候有好几个县市，可是仅存的就是屏东县能够成立到现在，从十家变成两家又变回五家，我想这个是历程。我在这里是所以要讲，因为我是现场老师，从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在参与在其中，那我从一个现场人员的一个角度来跟大家说一点点分享。那个影片可以一边
边放哈，那我可以这边可以再讲，那可以那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在说的这件事情跟现场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那我们刚刚在讲，我们在今天看到的这些，今天是在讲普及化，服务中心普及化，很高兴它真的能够普及。那我们刚刚在座的每一个人也都在说，要怎么普及？真的可以普及吗？普及到什么样的地方？是在偏乡离岛，还是真的是可以到都园，还是到都市？我也不是很清楚。可是至少在我们的整个过程来讲，我们已经在做了几件事情。那我们刚刚讲，互助教保服务中心，其实在我们真的执行的这个层面来看，它是一个我们说优质，我们一直在讲优质品质。什么叫做优质品质？是有透过这些我们所谓的管理机制，或通过所谓的游戏场所，一定要有认证这些东西，它就叫优质吗？如果诚如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画面，我们如果把这些可能会精细动作，或者是大肢体动作，或者是在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能力的产生培力，从这些地方可以产生出来，又何必一定是选我们是不是有其他的选项可以做这样的事？所以刚刚在讲是说，在普及之前要花那么多的钱，有没有一个更平价又更贴近在地又可以做的事情？我在想，在普及大家可能要再思考一下这个方式。当初互助教保服务中心成立的时候，就是用在地的方式来成立，当初的初衷是这样的方式去框这件事。那我不知道，如果说真的要把它普及起来，大家可能要在普及之前大家都要思考一下。那我们成立以后，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现在除了竞变性、评价、优质、不招生、信任，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整个实际执行的过程当中一直就是如此。那我们刚刚讲，如果我们从老师的专业这个部分我们来看好了，如果专业老师是没错，当初我们在讲的说，在教育部在讨论的时候，确实非常辛苦。我也相信，尤其是徐立坚副处长，他那时候在做这件事的，我们在讨论的，他也是非常困难。我们有好多次的冲突，我在这里也是因为冲突，真的是可能因为冲突，可能彼此更深刻的彼此了解。那我们刚刚在讲说，从老师的专业，我们就单从老师的专业这个部分来看，我们所谓的专业的老师，他一定是有这样的所谓的教师资格或什么吗？我今天不是说这个不好，可是如果在司马库斯或在更偏，我如果没有去过司马库斯，我都会认为我是偏乡，我都会认为我是原住民地区。可是如果我就是去了司库，我们最远的也顶多到旭海，那我去了司马库斯、马里关，我那时候真的是感受到什么叫做远。那个地方真的要找到有教师合格证，有这样相关的这些人，最基本哦，你要先有老师，对不对？你如果没有老师，你怎么去照顾？所以才会有那个讨论，来来回回的讨论说，光是从师资这件事情就讨论了多久。所以我们也是回到一件事情，是一定要有这样的资格他才有品质吗？如果连这样都不是的话，那如果找不到那怎么办呢？又有需求，我们在讲的社区互助是这样的互助的方式，所以用在地的方式培力在地的这些可以来执行担任这样的一个教保服务或照顾的这样的，那我们再透过辅导机制，像这样的在我们所谓的专业再进来，那我相信在地的知识跟文化生活是一个非常扎实。我们一直在讲生活，在我们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学习，那我们学习的组合，刚刚除了老师以外，部落的这些老耆老，他们有非常丰富的生活经验，他们有非常丰富的生活上的这些，包括那我自己讲我自己的例子，我在屏东县马家乡三合村美园，我们的部落，我们马家乡有八个部落，我想在座如果是屏东人知道，八个部落里面就有两个国小，那我是距离国小最远的那个部落，所以当初我们的，但可是我的地理环境也很妙，我附近有很多的国幼班，也有私立幼稚园，有各式各样的都在我附近。可是我们这个八个部落，我们唯一的卢凯族，所以我们就要看这个，我们看这个第十条里面普及前，我们看在第十条的法条里面一开始就讲。可是我在这里就一直在想要采这个地方
借着这样的机会 来为这个第十条来讲，偏乡及离岛地区幼儿补习钱，我觉得这个补习钱，这个我对这件事情一直觉得很像有点窄化了这个价值，是不是在这个补习钱可以把它在这次的，如果说真的可以修的话，把这个补习钱，因为它就是一个选项嘛，它除了公幼、私立幼稚园、非盈利教互助家暴服务中心，是不是有一个选项？它如果是一个选项的时候，是不是它就不要被框在这个第十条补习钱？不是你普及了，所谓的普及就是说，这边如果在马家乡哦设立一个国幼班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个幼儿园成就，我们就不行。所以在座的各位，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在这个推广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唯一可以讲的就是说，这个补习钱如果可以拿掉的话，那我们变成一个合理的一个选项，是这样。好，谢谢。好，谢谢马老师。最后他提到的第十条的确是在幼照法里面要去思考的，好像普及钱、社区互助或部落互助教保只是一种补充的、次要的。但是呢，我从刚刚我们可以看到马老师他们的所提供的照片，生活及照顾、照顾及教育这样的一个幼儿教育跟照顾的方式，搞不好就是真正很多家长心目中最理想的方式。妈妈煮的菜啊，是不需要送到卫生局去化验的，那以社区互助的方式来提供幼儿的照顾及教育，那么有需要很多法规的外在监督吗？这个的确供我们去省思。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到第八位，是屏东县教育产业工会及屏东县教师会的理事长黄普田，黄理事长，请。好，主席，还有各位先进，大家早安，我是屏东县教育产业工会还有屏东县教师会的理事长黄普田老师，那刚才我也是来自于屏东，那刚好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因为刚才谈到马家乡这个问题，我刚好跟我的另外一半是也是马家乡的原住民族了，我们 家里的族姓大概马家乡人都会认识，就爸爸能按，然后我的岳父是老楚，老婆是尔人。当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为什么会讲这个，就是我对于这个互助式教保服务中心还这个是非常的关切，我曾经听过我们的主席讲过不三不四的地方，所以它的供应量是不是符合族人的需求，那从主席还有刚才很多先进的讲法，我认为政府应该提供更宽的那个更宽的法律上的弹性，然后给这些原住民的小孩子能有更适合的教育。但是我在这里提出我的主张，我这边的主张是，当然师资跟教材的部分必须要有一定的审议标准，那这个审议标准是由谁来审议，这个就有待商榷了。因为呼应多元文化还有原住民传统文化的部分，所以当然这里面要有所谓原住民的耆老去坚守他们的文化，但是不要忘了还有一部分就是原住民的小孩子他也必须到平地去生活，这个是我比较担忧的一个部分，这个在原乡也常常遇到这一类的问题，那再讲到我们现今的那个教育部的政策，就是要做公共化，那公共化的部分现今看起来除了公幼还有非利幼儿园还有未来的私幼公共化的部分，甚至说可能有趋势会变成说国幼向下延伸，国民义务教育向下延伸一点这个趋势，那我要讲的是国家投入这么多资源应该要做一个长久而且恒长的稳定性，因为这些属性的幼儿园来讲哪一些是比较稳定的，相信各位心中都有一把尺，那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全部都是公幼的话，那家长的受教权、学生的受教权是不是有获得保障？这个可能每个人的心中想象都不一样，所以在这里呼吁说，教育部是不是可以说从这个部分去考量，而不要说为了在一定的时间里面要达到它的百分比，就是40%的公共化，然后就
把这一些有一些急救章的做法，那还有就是关于补助学费的部分，补助私幼学费的部分，私校学费的部分，那这个如果把这个经费转换成公幼的话，或是逐年转换成公幼，那是不是就普及到所有的家长身上，或者普及到所有学生的身上，受教权就是一致性的？那提供以上的见解。好，谢谢。好，谢谢黄理事长。那接下来我们是曾副理事长。好，有请曾副理事长。主席、各位伙伴，大家早安。好，那我代表屏东县教育产业工会来做第一次的发言。那我本身其实也是现场的幼儿园教师。那我在屏东县的部分，我虽然是一个汉人，但是我服务的学校在原住民的乡镇里面。所以刚刚听过各位先进的就是意见跟发表之后，其实我认为说，其实在这种各种公共化的幼儿园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家长的意识他是抬头的，所以虽然很多数的幼儿园家长他有经济上的考量，但是他也会在意品质，而教学的品质跟教师是很有关系的。所以以目前我们来看社区互助教保中心这样子的条件来看的话，它可能有很多需要补足的或者是修正的地方。那所以这些部分的话，是不是只有补助就可以，或者是松绑法规就好？那回归到我们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在县市政府甚至中央这边应该去引领说偏远地区跟这些弱势的社群的托育的方案，你要彻底的先解决了师资的流动、城乡跟贫富的那个差距、那个托育的难题，才能够去确认出来。而且在确认之后，偏远地区其实在教保人员不足的情形之下，通常会被扩大去解释是不是我们台湾人力的不足。所以在偏远地区托育的问题，我觉得教育部应该先了解各县市当地的问题现况，他去分析县市的阶段的特别措施之后，或许对于真正可以提出来的需求，才是有一个解决的方案跟方向。所以在地方跟中央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合作，对于全国不同区域的地域特性，比如说部落的人口数、部落的民众的收入、他们的产业特性，甚至是村落之间的距离，做一个普遍性的普查，去了解各区域的托育需求数之后，你可以针对区域性的差异来设计符合不同需求的托育模式跟方案，这样子的多元才可以去解决就是公共量分布不均匀的问题，甚至可以达到公平或进变的目标。所以在托育分配的资源上面，如果没有去做一个特别的措施，这样子只是会加剧这多就是城乡之间托育资源的落差，甚至会有更大不公平的现象。而且以现在家长的组织的立场来看，虽然希望就是普设公幼，但是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的话，是不是应该要扮演起那个监督跟管理的角色，要负责少子化的教育责任？其实我觉得应该可以去严格把关这些公共化多元成立的方式，去达到一样的环境跟合适的教学品质。所以这样子的少子化的问题，我想才不至于就是更加的恶化。那回归最前面就是主语沉浸的部分，那本身我服务的学校在来义乡，那我们来义乡在来义乡又有主语沉浸幼儿园，那我们国小也有去申请参与主语沉浸教学的部分。那这边我要帮就是所有的主语教保员就是做一个需求的表达，就是我们在很多场合很多场次的真人研习当中，我们有发现就是虽然我是汉人老师，我具有专业的幼教资源，但是就是我们的主语教保员他虽然会主语，但是他在幼教的专业知识部分他自己有感受到不足有缺乏，他甚至提出需求说是不是可以协助他们
就是在教育专业的部分在增能。那增能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那其实现在足语成进委托昆山科技大学来办理，就是成立专管中心，然后来培训这些足语教保员。那我也感受到这些在场的足语教保员真的非常认真，他们对于不足的地方，甚至在课后，在就是小朋友都放学之后，他会拿着资料，拿着就是教学的教案活动来跟我们就是幼教相关人员做讨论。这是我看到他们的努力，所以是不是这样的需求可以回报在中央这个部分做更实际的协助。而且就是现场我们在乡镇里面，我们学校就是有感到说，哎，我们族语的学习跟文化的传承那个重要性。所以虽然我是汉人老师，我在那样的地方服务，我还知道说要为孩子争取这样的资源，所以我们去申请了族语成进的幼儿园。而且我不是第一年就成功，我一直申请到第三年，就是第三期了，我们才就是获得就是通过，然后可以就是参与这个族语成进的部分。那因为社区互助教保中心在我们来义乡就是没有那么大的需求，是因为我们学校有，我们来义乡有五间公幼，然后有乡幼，乡幼也有分班，所以在这样子的资源分配底下，就是我们不像其他部落需要这么急切的需要社区互助教保中心。但是我认可这个模式的成立，是因为真的我们就是除了我们在一般教保服务时间之外，如果有社区互助教保中心或者是互助教保资源中心这样子的两个模式的成立，或许会更补足孩子们的需求跟家长的期望。以上是我的发言，谢谢。好，谢谢护理事长，这也是今天的发言者当中在第三位提到应该要进行需求调查，对需求的分布，它的进变性上，才能够对多样需求提供多元服务。我想这里谢谢我们护理事长。接下来呢是博幼基金会的吴文言副执行长，请。主席，各位先进，大家好哈。那个，我们博幼基金会在偏远地区提供服务，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提供到幼儿的服务。可是我们从国小的课业辅导当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在国小产生的一些状况，但我们也试着去思考说，如果这些孩子，如果这些偏远地区的孩子，他在幼儿的期间，如果他可以，他可以受到更好的服务的话，或许他到了国小之后，他的表现可能会不太一样的哈。那我看到这个互助式教保中心的那个这个计划哈，其实我觉得这个理念我是蛮认同的哈。那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跳脱很多的思考，就是说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它应该是由下而上去建构的，而不是由上而下去说大家应该要怎么做哈。因为其实会设到互助教保中心，其实就是因为很偏远。那很偏远的地方，其实它有它的条件，它有它的限制。可是它的优势是什么？它的优势是文化的多元。它的优势是它不需要在一开始就跟别人一样。好，所以我比较赞成的其实是像由社区的人，由部落的人出来，然后担任师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理念是非常好的哈。那但是在执行上可能会有一些困难，就是说，像刚刚前一位的那个副理事长的发言其实非常好，就是说他们其实在透过一个合作的一个方式，就是。有幼教专业的人，但是他没有部落的专业，哈，就是说他不会讲族语，或者他对于部落的文化是不够熟悉的。可是在社区里面，在部落里面有一些是对文化非常清楚的人，哈，可是他可能没有幼教的专业，那其实他本来就是应该要合作，哈。那我们觉得说，那对于培养在地的那个在地的那个师资，其实是不管是
幼教阶段或者是国小阶段，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它必须要结合在地化。那我觉得教育部要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就很简单，就是说你只要在孩子五岁的时候，要五岁结束之后要入学的时候，其实你就定一个指标，就是说幼稚园的孩子，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因为现在其实幼稚园大家用的都是不一样的方法，可是呢，大家都要进小学。那进小学的时候需要哪些能力？好，那其实教育部只要定这个东西就好。好，那接下来就是各自发展。可是你最后要有一个检核的机制，我来确定说你这个幼儿教育到底办得好还是不好。好，那原住民的文化里面，其实在人口素质的提升，其实是原住民文化能不能传承下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好，我常讲一句话了哈，那这句话讲出去我就不负责了，就是说我常问原住民说，你们什么时候要出原住民总统？好，等到那个时候，你的文化绝对会高度受到重视。好，可是我们也到底有没有把原住民的孩子当成总统来训练来教？他到底可不可以在他长大之后，他在台湾的这个文化里面，整体的文化里面，他可不可以带领台湾往前走？还是他永远只能跟在后面？好，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原住民的孩子他有他的优势，就是他的文化其实是很好的哈。那可是重点是他怎么样在这个在我们的社会环境里面，他能够走在前面，而不是永远跟在后面。好，那所以我觉得人口素质的提升其实是最重要的。那同时，可不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在地的一些服务的措施，然后呢增加偏远地区的在地就业机会？好，然后呢透过专业，比如说可能现在可能幼教的专业比较多的还是汉人，好，那汉人到偏远地区去，那协助偏远地区的原住民，他们可不可以让他们，虽然他可能没有办法进入到正规的那个师资的培育系统，可是他一样可以发展出他们当地需要的幼儿教育的师资出来。好，那我的建议是，其实这样子的那个师资，其实他应该是1:1的，就是说一个护士教保中心的幼儿园里面，其实他一个班级里面应该要有一个专业的老师。那另外有一个是部落的老师，然后呢，他这样子整个他才可以让原住民的文化，其实透过正式的，好，有点准正式的一个教育系统里面，把他的文化传下来，好，然后同时透过师资培育的那个什么当培训在地师资的方式，然后让当地的成人的人口素质再次提升。哎，如果部落里面的那个部落居民都会教幼儿园的话，你真的觉得部落的孩子他的程度会差到哪里去？我绝对不信。好，那可是我们不能一直眼光太狭小，只看说哎，现在幼儿教育怎么样？好，应该看的是整个一个长期的规划。那怎么样让那个什么那个当地的师资可以人口素质可以再提升，然后师资能力再进步。然后为什么？因为只有当地人会一辈子住在当地，外来的终究会离开。可是外来的人可以扮演一个角色，就是像我们会聘一些城市里的老师进到部落里面去，他可能进去3年5年之后，他可以把他的经验传给部落里面的妈妈，然后呢他教他，好，那个妈妈会在里面教30年，然后呢他30年里面可能有10个平地的老师来教过他，那他就是30年就一直持续在学习，那这样子的师资他才能够留在部落里面。然后呢，那他留在部落里面的时候，当你的部落里面的本地人当地人的素质是提升的时候，那整个问题才会获得解决。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最后一个事就是，我觉得说其实这样子的工作，其实以政府的角色来讲，他应该是辅导部落去成立这样子的一个中心，而不是在规范他，在
在卡他关，就是说其实有点像消防局的概念，就是说你今天你这个建筑物不合法，那怎么办？我来教你怎么，我来辅导你到让你合法，让你到你合法。方法是我要想，不是丢给不是丢给部落去想，这个是不负责任的。因为的话，我跟你说可以这样做，然后结果呢，我什么东西都要你自己解决，那是没有道理的哈。我觉得应该就比如说像建筑物或是场地什么的问题，应该是县市政府要解决嘛，因为就是你管的嘛。然后呢，你知道什么样怎么样才能够合法嘛？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嘛？你怎么会丢给一些我们想要教小朋友，但是我又不会，我又不懂建筑法规的人呢？这是没有道理的事情。好，所以以上，谢谢。好，谢谢吴副执行长哈。那接下来有三位的发言结束后，我们就开始请有关的主管机关来做回应。那接下来邀请的是台东大学幼儿教育学系的郭李中文教授来。主席跟各位委员哈，还有我们教育部的这个官员们，大家好。然后我们幼教的伙伴，大家好。那这边的话，我大概因为时间很有限哈，我先讲第一个部分哦，就是在国前署，我在这个昨天还查了一下，106学年度原住民地区幼儿的入园率哈，原住民学生入园率是 98.9%。好，这个数据的话，然后全国。不管是不是原住民幼儿，全国幼儿的入园率是 96.9%。 那这样的数字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其实普及好像是已经普及了。那在幼教法的第七条里面，我们强调优质普及评价跟进变的部分。好，所以现在我们在那个评价跟优质这个部分，可能是我们今天好像蛮多的讨论的这个重点。那在原住民教育这一块的话，我们当然重视的是优质的这个部分。我们这边讲的优质，可能跟一般所谓的优质还更强调文化传承、语言传承、历史传承的部分。那这也在我们相关法规里面，其实都有相关的定定。可是在人员的配置上面的话，我们发现有一些的这个就是阻碍了哈。那阻碍的部分的话，像我们的部落互助教保中心，虽然在法规上有松绑，我们的主语老师、我们的保育员，可能都可以去担任我们的这个主语，就可以在部落互助教保中心里面去担任老师的这个部分哈，或是教保员的部分。可是实际上的话，这些老师我们也在优质的这个情况底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多的幼教的专业。那我知道4月11号教育部要召开好我们有关于教保学程的学士后学分班的讨论。好，那这个讨论的话，我可能也会在这边就说这个可能是一个选项哈，就说如果说他是大学毕业的有学士后学分班的这个可以去就读的这个部分，他可以正式的取得哈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教保员的资格。因为我知道部落里很多的主语老师他们都很希望能够开这样的班，可是呢另外我们也有很多的主语老师他只有高中职毕业。其实在我们的幼教法里面有一个叫助理教保员，他也只需要高中职毕业就可以了。那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部分也再予以放宽，让他们能够来修习教保学程？那这样的话他也可以顺利取得助理教保员这样的一个资格，让我们的家长，其实家长们对部落教保，当然他一方面很希望能够学习语言文化，好，可是另一方面也非常担忧，好，这些老师好真的有没有办法是可以教导我们一般的这个课程？其实大部分老师都是没有问题，因为这几个教保中心我都去了哈。可是家长的担忧，他需要政府给一个担保。那如果有休息这样的一个课程，我觉得家长他会更放心哈。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有关于在这个部落教保中心的成立，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有关于场地的问题哦。因为目前的话，刚刚前面的这个代表提到我们的中文官周老师哈，钟老师，然后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纳告老师。其实这两位老师他都希望在花莲哈，一个在吉安乡，一个在大港口部落，能够再成立有关于部落教保中心的这个部分。好。
那可是呢，也碍于这个场地的部分，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找到适合的场地。那其实花莲县政府也非常的帮忙，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帮忙，因为他们还是有其他的业务，有没有可能有个专业一点的团体，好，来作为一个辅导的一个媒介。这些团体他能够持续的帮助这些想要去申请的这个个人也好，或是法人也好，或是社团哈，他们能够找到适合的场地。当然如果县市政府能够更积极的提供，好，那当然是更好。因为我知道我看了一下法规哈，那个安全结构检查最少都要150,000，好，所以如果提供了这个场地，它是一减二减三减的话，我相信那个一些社团法人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经费可以花在这个上面哈。那如果说国家认同哈，就是我们部落教保中心它是公共教保的一部分，那这样子的一个知识团体，我相信可以比照我们非营利幼儿园，好，来做一些支持的部分哈。那再来的话，就是我要提到的是，我们其实原住民幼儿，好，我也是在昨天查了一下法规哦，我们在非原乡的地方已经有56%的小孩。因为我们的人口统计是0到4岁，5到9岁，9岁以下56%不在原住民地区，所以即便我们刚刚在前面提到，全国有98.9%的原住民学生在原住民地区的入园率这么高，不代表我们原住民小朋友的入园率就很高，因为我们有一半以上的小孩在非原住民地区。其实我们的这个署长也知道，他们也有承诺哈，希望能够在我们都会区也能够成立部落互助教保中心。那在教政委员会一年前，我就提出来要做需求调查这件事情，应该是委请原民会来做进行调查，不过目前我们都还没有看到结果哈。所以刚刚大家所关心的这个需求调查其实已经被提出过了哈。那接着呢，我要谈到一件事情，是有关于大家在讨论这个幼儿的这个福利的部分哈，常常忽略家庭的面向。我们对家长提供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补助也好，或是支持也好，可是我们都是以钱的补助为主。那实际上家长他是需要支持的，尤其是在家教育的家长，这些家长他宁愿放弃工作在家好好培育小孩，是因为小孩如果培育好，他一辈子他其实都可以不用烦恼。0到3岁是这么关键的一个时期，可是我们在所有的政策里面，在家庭教育这一块都非常的弱。好，那家长好像给了他钱他就够了，实际上家长需要支持，需要辅导，所以亲职需求的这一块其实政府也应该纳入考量，为了我们有更优质的幼儿。好，谢谢。好，谢谢我们郭理忠教授哈。那么他刚刚有提到入园率的部分哈，在原住民学幼儿是有98%，在非原住民的幼童是96%。听起来原住民幼童入园率比较高，不过待会如果有机会，国前署可以回应一下，这里面所做的入园率应该是指5到6岁了。那我们幼造法的幼儿是指2岁以上到学龄前哈都算，那这里面就会有普及率、入园率的差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第12位是全国教保产业工会的杨秀燕理事。主席、各位伙伴，大家早安。全国教保产业工会今天由杨秀燕代表发言哈。我针对今天的这个主题还有讨论提纲的部分，进行一下我们工会的一些讨论。第一个部分是有问到目前幼托的问题在哪里，我先想要点出来的是政策制定的问题。政策制定的问题基本上，深入的了解一下，没有进行田野研究的蹲点调查。因为既然今天要讲到互助的教保的这个部分，它在于部落偏乡离岛，它跟一般都会区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很多的研究都是在专业的部分，至于像人力配置啦、场地这些部分，我们的研究没有看到能够特别为
这样子的区域做这样子的田野的研究的调查。我记得有一次中央的长官去到了屏东的教保中心要去参访或者是视察，结果迷路了找不到。要跟各位提醒，去偏乡部落按照地址是找不到的。所以这些有没有考虑到那个路途的问题？刚刚有人讲到那个距离嘛，哈，所以对于这个政策制定的时候，它前置一定要做一个田野现场的蹲点调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再来就是，第二个部分，我们想说，我把它统整起来了哈，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解决问题？我们既然觉得互助式的教保服务中心在屏东，我们五所运作的都非常的有特色，而且孩子们在那边都很快乐的成长，那我们本来就是要跳脱公有或是非盈利的这样子，或是私有这样子的思维，它就是朝向多元。我们工会这几年来，甚至于在讨论合作社的模式，这又是另外一种照顾的模式。你如果这种照顾没有多元的话，虽然台湾没有很大，可是就是有小孩在啊，那小孩他在分布不同的地方，本来就应该要把多元这样子的想法列入进来，不然全部都用很僵化的法规，其实会让很想去照顾小孩的人确实没有办法去很用心的照顾好小孩哈。那第二个部分，我是想要请教一下，就是我们适用这个规范，有部落离岛偏乡，那对于偏乡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大寮不是那个高雄县市合并以后，台南县市合并以后，我们的幅员辽阔。那这个偏乡到底是什么？可能原来的高雄市，我以高雄市来说，原来的高雄市林园原来是高雄县，他或许你觉得他是偏乡，可是我原来的高雄市旗津我也觉得他很偏呢。好，所以偏乡的定义到底是什么？部落和离岛我们很明确，那偏乡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这个其实要来厘清一下，不然会。这个会连接到用人口数来划定，因为刚刚也有讲到嘛，哈，那个用人口数来划定，你应该在这个地方有人口数有需求，刚刚有讲到的需求调查的部分，有可能就是用人口数来划定，这个其实不能排在优先的顺序考量，应该以空间的部分来规划这个地方的需求。他就应该要设置，那所以他有可能是照顾很少的小孩，因为他跟其他的地方离很远，照顾很少的小孩。可是现在看起来是很多的规定都是成本考量，我们在照顾小孩，所以嘛，那政府部门在做这样子的规划的时候，完全用成本考量的时候，又很想要照顾到偏乡离岛部落的话，那会无解哦。这个部分都可以去思考一下哈。另外一个部分是，既然讲到空间的部分来做设置中心的这个规划，那就要请区域要先盘点出来闲置空间。刚刚有很多先进也有讲到，是公部门要来协助处理场地的问题，不会是民间单位或是部落偏乡有心的人来处理这些问题，因为你们有公权力可以很快的拿到这些资料，我们没有。这个部分也希望中央这个部分可以多一些协助哈。好，再来一个部分是刚刚讲到的成本考量。我想要提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如果要用跳脱原机构式服务的这样子的模式，我们就应该要有挹注经费的准备，这个是政府的应该要有的思维。大家想要推非盈利，所以钱就砸下去都舍得。那我们要做教保服务中心，我们要多元的去进行这个照顾的模式，我们的钱在哪里？
没有钱。可是我要告诉各位哦，我们前瞻计划里面的非盈利幼儿园，它可以重新盖建筑物，最少都是8000万以上哦。这个钱为什么不用在这个地方？另外一个是现金补助，也是一笔庞大又没有效益的支出。这个部分也应该把这样子的经费重新规划、重新检视。最后一个，我特别想要提的是，目前的教保，屏东这五个教保服务中心，它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都带着都会区的第一线的教保人员去跟他们做交流，那边的整个照顾的状况真的就是落实游戏中学习，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不会因为资格放宽，然后小孩子乱照顾，对于照顾品质上不会有任何的疑虑的。以上全国教保产业工会发言，谢谢。好，谢谢我们杨秀燕杨理事，在场有来到了我们高金素梅委员，欢迎他，还有我们陈学胜委员，欢迎。好好，接下来我们就请中华民国儿童教保联合总会的谢子元总会长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哈，那因为时间有限，我就先不一的问候。那我针对这个我们的提纲来做一个回应啊。第一个就是有关幼托问题的一个私幼的部分哈。那目前总结最近私幼的命题，大概就是虐童啊、超收啊、低薪长工时，还有就是政府补助家长学费，结果就被抹黑成是补助私幼，政府私幼明明被动涨了学费，又被抹黑成乱涨学费，好，然后再就是教保人员严重不足这个几个命题哈。那第一个命题，虐童是现在社会上最重视的。那我们经过我们全国性的一个调查哈，大概问题都是发生在大型而且连锁性的幼儿园，那可能是在个人的这个管理上面可能会比较力有未逮哈。但是我因为这样怎么意外发现说有蛮多家长恶意恐吓勒索幼儿园的事情，包括北部一家幼儿园，它蛮大的，它旁边就是农田，就小朋友被带到农田去的时候，一个小女生被叮了3个蚊子，叮了3个包，被勒索30万，最后3万元和解。那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家长刚送来小孩子才1个多礼拜，就指控同班的男同学性骚这个女童，最后在调阅整个星期的监视器，没有发现事证之后，最后以几万块钱和解之后，家长继续在网络上面抹黑园所，最后就是提告和解，最后才事情才落幕。好，这个是在这边报告一下。然后我们总结大概就是说，因为园所可能树大招风了，所以说有些家长可能缺钱缺疯了。那至于超收的问题的话，那因为是个别问题，我们也是呼吁说政府能够积极来查处哈。那有关教保人员这个部分工时薪资的部分呢，那因为我们私幼，因为从民国97年师资被冻涨学费，我们是97年被冻涨，那99年开始发，好，但是呢，因为这从这几年，我们的那个基本工资从17280元调涨到22000元，薪资调幅是27.3%，可是90%以上的将近90%的幼儿园学费是完全被冻涨的，所以目前私立幼儿园根本没有能力来有多余的经费来处理这个部分哈。那第二个命题就是说，公私幼比提高是否就能解决托育问题哈？引新入园需求如何被满足？那根据我们的调查，就是说，根据我们研究说，增加公幼跟非盈利有可能造成两个结果。第一个就是增加实质收托量，就是说那些还没有入园的人会入园。第二个可能性就是直接产生排挤作用。那我们从年龄层来看，大班教育部的统计入园率是97%，那这2点几，好，将近3%的这个未入园的人，有一些是真正是家长自己带，有一些是家庭出状况了，可能小孩子在哪里都找不到，那有一部分是到补习班去了。那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增设大班，增设幼儿园公幼跟非盈利的话，他们一定是从大班先招收，招不到学生，他们才会往中小班。所以说，在大班的部分，它只会产生排挤作用，它不会增加就学率。然后呢，这个因为我们幼儿园是这样子，大班入学率几乎是最高的，
中班、小班、幼幼班是依序往下递减。所以如果政府的目标是要增加入园率，其实从幼幼班着手才是最可行而且最有效率的。好，这个是现实的问题。那因为我们除了大型的连锁的幼儿园之外，全国的私幼平均招生人数是50个人，那一个班大班的话，一个班是30人，也就是说，他即使是大班，可能都招不足一班30人。所以说，如果1000多班的公幼非盈利设下去之后，预估会有1000多所私立幼儿园倒闭。那这私立幼儿园倒闭之后，它倒闭不是因为全部没有学生，是少了大班之后，它的固定成本比较高的，像租房子的，或者是贷款买地买房子的，这一些固定成本比较高的，第一时间它会先倒。那倒了之后呢，他可能只是因为少了20个学生他就倒了，可是因为他本来50个学生，他因为少了20个学生倒了之后，剩下的30个学生就会腾出来，就是造成政府又被迫必须增设更多的公幼公托，才能够收纳这一些流出来的中小幼班。然后呢，这些新生的公幼公托又以招生大班为主，所以第二波、第三波的私幼又会继续倒。所以说我们计算的结果就是说，增设大班不是只有分子增加，而是分母会减少。那这个就像翻船一样，会越翻越快，最后导致整个私幼的产业完全覆灭。好，这个是我们的推估结论。那第三个命题就是有关现在教保公共化措施增加公幼及非盈利的班数，政府会产生哪些负担？那刚刚已经有先进提过了，增设公幼跟非盈利，第一个就是这些的教保人员就是全部政府要负担，第二个政府还要额外负担硬体设备的负担，第三个增设的公幼之后，一旦私幼倒闭，政府会少一个产业，少一个产业税收就会减收很多。那我们再来就是替代的选项。那我们本总会我们的提出的选项是跟大家是比较另类，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政府已经规定了收的学费就是教保员的薪资，这是政府明定的，然后学费现在明定又是3万块，所以3万块等于教保员的薪资，所以我们建议比照加拿大跟日本的模式，直接3万块不要给家长，家长再给园所，园所再给教保员，然后教保员又说收的不够，那直接政府发教保员薪资，所以所有的教保员全部都纳入劳保，然后由政府来统一管辖，建立一个超级大的一个人才资料库。那它的优点有什么？第一个，统一招考，统一品质，不可能有超收，因为我给你几个教保员，你才能收几个学生。然后薪资考核全部都一致，然后公司又不再有差别。第二，政府省去新设跟维护硬体设备的成本。第三，依照教育部法规啊，这个都不用提。第四，机构、家长、教保员适应，好，跟政府都是适应。第五，政府具有绝对的权利，可以建立一个平台来公平透明化所有的机构跟教保员的品质。第六，就是因为有庞大的资料库之后，教保员可以完全享受、充分享受他们的育婴假跟产假，因为政府可以调拨这些人才，然后超收啊这些违法教学的这些疑虑，通通都可以免除。然后第七就是，园所对教保员从雇主的身份变成合作的模式，所以园所只能够利用提供好的品质跟好的待遇，待遇没有问题，他才能够吸引到好的教保人员，然后呢？园所在相反的教保人会被 wash 掉，这样子。好，然后第八个就是机构，它还是要面临市场竞争，所以它还要缴税，所以政府还可以永续经营。谢谢。好，谢谢我们这个，对不起啊，谢子元谢总会长哈，您最后这个提议真的蛮另类的哈，我大概还需要消化一下。但是刚刚已经有一个疑问就出来了，如果说家长的收费就是等于教保员的薪资，那私立园所他收什么钱啊？这个我还在思考一下。杂费跟月费，了解了解，就是杂费跟月费是属于经营者的收入，然后学费变成是政府直接付给薪资付给这个教保员。好，这个非常值得我们来好好的研究一下，因为刚刚我们这一轮的发言，最后一位就是我们的高金素梅委员，之后我们就请没有，因为他们要统合的一个整理，哎，是不是请高金委员先做发言，然后我们再请教育部来再做统一的回答哈。好，谢谢。我们今天有署长在，对不对？署长在哪？哦，好。
今天来了非常多的专家学者哈，还有我们可能这个社会的福利基金会。首先先非常谢谢钟嘉宾委员您提这个提议，的确这个提议是一个大问题，也是偏乡。那原乡呢，我们其实已经慢慢走向我们一些制度化。那我可能在这边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哈，现在原乡的一些状况。我们看一下，部落互助教保中心屏东总共有五个，三地门乡、马家乡、太武乡、牡丹乡。然后我现在要给大家看的就是未来这些学龄前的孩子可以怎么样到实验小学去，三地门可以到地摩尔，马家乡可以到长荣百合或北业，这目前就是原住民的民族学校已经成立的。再来看一下新竹的部分，新竹的坚实乡有马里冠、司马库斯，大家都知道这两个都是在坚实的后山。那么目前呢，我们实验国小跟国中坚实乡总共有联合五校，国小是坚实、嘉兴、新乐、桃山，国中有坚实国中。所以未来这个前面学龄前的这个马里冠、司马库斯虽然有点遥远，他可以到我们就近的坚实的几个小学去，接着就到坚实国中。这今天我做这个图表，也要让署长跟原民会清楚知道我们的第一线、中线上往上衔接怎么该怎么衔接。否则的话呢，我们光一直努力在推实验小学、教保中心是这个，或者是澄清式的教育，他未来要升到国中去的时候在哪里？所以现在我请办公室的助理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图表。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雄也一所三林区戴克拉斯，它是学龄前，这也是互助教保中心。那么在三林区呢，它有一个实验小学，就是署长您去过的，叫做巴南花。我们看一下部落的互助还有教保中心，我们总共有八班。现在澄清式的族语的幼儿班有35班，那么原住民的学龄前的教育其实这样加起来总共有43班。那我们再看这个图表，北中区呢，我们澄清式的教育有10所，部落的教保有2所，然后学龄前的教育我们可以分一下，南区也有12所澄清式的教育，然后部落的教保有6所，东区澄清式的教育13，但是部落教保是没有的。好，再来看一下，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北中区澄清式的幼儿班有10班，部落的教保中心有2间。我们可以看新竹市的新竹，这个整个完整的图表了哈。那我们蓝色的这两个呢，目前呢，其实呢，它还因为这个国中小的那个学校小学还没有成立，现在正在努力成立哈。那其他的其实是已经有了。我们看一下新庄区丹凤国小附设幼稚园，这是阿美族，这就是都会区的唯一，我们都会区的大概是只有这个。所以大家都已经讲到，就是刚刚我在办公室的时候，不晓得哪一位有谈到，就是都会区其实人口比例其实也占了40%几。好，这个目前呢，我们就有两个非常大的这个政策的拉扯。第一个，我们又想要孩子们、家长们回乡，因为现在我们有非常多的政策都已经在回乡了。当时我们为什么会那个原乡会流失这么多我们的人口，当然跟教育都有关系。孩子们担心这个我们部落的教育啊，哈，可能竞争力不够，所以呢，可能我的户籍还在这里，然后父母亲情州因为就转到都会区。那所以这如果我们当然最后的政策是大家能够回乡了，因为长照也在做，然后我们自己的民族教育的体系也在建构起来。那如果真正不回去的还在原乡的，我们这个都会区的孩子该怎么处理？这要分两大部分。可是很显然都会区的现在我们只有一所，它是阿美族，因为我们阿美族还是人口最多的。那我想的这个部分也在这边跟署长说明一下哈，其实新北是还有桃园是我们原乡人口最多的、聚集最多的2块。那台北呢，应该在内湖区会比较多。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原民会其实都有，我觉得何不我们就跟原民会也一起合作一下，我们以原住民居住最多的人口，我们可以其实可以慢慢的先推都会的部分。好，这是我的建议。再来呢，这个当然我刚刚已经有跟大家在讲的前面的数据都讲到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南区以布农族、甘纳嘎布还有拉鲁瓦这个为主，
但是目前呢，我们的复测教保中心只有不论的，只有不论的，所以呢，可能这个也要努力了，就是在我们的南区高雄部分。那我们再看一下这张图表，这张图表呢是台湾族的孩子，前面像马家乡北叶、马家乡美园、三地门乡青叶、青山、地摩尔，这些都是台湾族。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族有这么多，那但是呢，我们只有美园部落有一个卢凯，所以其实呢，卢凯呢可能也要请我们的那个原民会跟那个国教署再注意一下，因为现在有卢凯的只有马家乡的美园部落教保中心。那么我们事实上呢，卢凯的已经有一个小学叫大南，这个是位于卑南乡大南国小附设幼儿园。很奇怪，大家会觉得为什么卑南乡的这个会大南国小会以卢凯居多呢？我想可能这个部分我们也要去了解一下哈。那再来就是。花莲的万荣，它是我们的太鲁阁，有建琴红叶，然后还有一个光复乡立的幼儿园，这是阿美族的。那未来我就有点担心，就是光复乡立幼儿园阿美族他们未来国小要衔接哪里。好，以上呢我就这样讲，接下来这个还有更多的数据。那今天这个数据呢，我很愿意就是提供原民会跟那个署长邱署长这里，我的重点就是我们已经有了最下面的澄清跟教保，你如何从澄清教保里面再往上衔接，然后跟我们现在已经附设的这个所谓的国民小学，那紧接着国民小学如何接到国中去。所以我想，我不太愿意原住民的地区用实践的，既然已经做了，就不要用实验小学这两个名称。那如何变成实践，我觉得就是一个大数据的管理，然后有了这些大数据的管理之后呢，我们如何在网上延伸，其实就是建构原住民族的教育体系。那至于刚刚所讲的偏乡的这几个部分哈，我也很愿意支持大家。那么今天有一些资料我回去也拜读了一下，到时候会跟这个中委员我们讨论。谢谢。好，谢谢我们高金淑梅委员。那么现在学者专家委员均已发言完毕，现在就请教育部代表回应。好，有请邱署长，内容相当丰富。好，主席还有各位贵宾，那刚刚总共有16位先进发言，包含了3位立法委员，那我就做一个综合性的回应。我会从以下3点来做报告：第一点是过往的努力，第二点是未来的努力，第三点是我会在这边做一个具体的承诺。过往的努力要从我还在台中市服务的时候，有一次我到和平区的博马国小，我遇到了陈坤生处长，那我们有一个短暂的交换意见的机会，陈处长跟我提到了在整个中央部会在横向整合的困难，那的确有感受得到陈处长有很多想要在原住民教育推展的努力，那的确因为整合的困难而遭遇到了一些困境。所以后来到国教署服务之后呢，这个部分跟陈处长有过6次的沟通协调，那的确在整个行政端跟经费端有了一些突破。过往是这样，就是部落教保教育部就是负责设备的经费，那原民会负责人事的经费，但是原民会想要推展的时候，他人事的经费他往上提，他的负担是没有办法负担的。那所以后来我们在整个这个部分做一个整合之后，已经不再分系项，那就是由教育部来分摊三分之一的经费。那这个具体呈现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在105年以前，所有教育部在部落教保分摊的经费大概在几十万到100万左右。到了106年，经过这样的整合，教育部所负担的经费超过了500万。各位可以理解，这个部分让原民会有一个扩展的机会，所以我们在马里光、在司马库斯、在戴克拉斯三个部落有机会来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在我还记得在徐州路的北班4楼部落托育联盟有来看过。当时我有答应要到现场去看他们，所以我也去了。去了之后有跟我提到了一些遭遇到的困境，那当然我也要回应嘛。后我还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在要回应的时候，我的同仁嘛很快速的就把法规拿给我了，咚咚咚咚咚就跑过来，
拿给我看，说哎，现在法规是这样。当时我心里就在想，如果政策规划者不能从政策执行者的角度出发，如果你只能拿过往规范的法律试图要来解决现在的问题，那是缘木求鱼的。所以你的眼睛要怎么看，不是从你的眼睛里面看到你想要给予的善意，而是从政策执行者的眼睛里面看到他的需求。所以这个就是马老师提到了后来为什么我们在法规上能够调整，像高金素梅委员也给我们很多的指导。我们在五峰乡过去的部落互助教保是只有在都会在都市计划区以外才可以做弹性，但是五峰它是一个原民部落，但是它也划设了都市计划区，所以我们在执法上面就把它松绑掉。在原民地区，如果原住民族部落即使你划为都市计划地区，我们一样可以用结构安全鉴定来取代使用执照。这个就是在法规面的松绑，就是过往在经费、行政跟法规，行政上面以前是这样，你就要教育部申请一套，原民会申请一套，那对于现场来说当然是非常的困扰啊。所以我们就整个整合了，刚才我们整个整合到由原民会来做单一窗口，因为你能够理解原住民的需要，所以整个执行单一跟他申请，我们只是做经费分。所以在澄清市的助幼儿园，从过往的35个班，现在我们有机会把它做到50个班，刚才委员提示的35班，我们会扩充到50个班。而这样的一个整个执行下来，教育部在107年度预计跟原民会合作的分摊的经费会超过6300万，而8个合作的子计划，这个就是因为透过了整个部会的整合跟行政的合一跟经费的挹注，让原住民的教育工作的推展可以有更大的往前走的力量，这是过往的努力。第二个我要提到未来要做的努力，会有一样3个部分。第一个在扩大的部分，我们已经跟原民会有了沟通跟协调，就是在刚才也提到很多场地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团体来找，所以我们有注意到这个困难。我们跟原民会谈是不是能够去盘点各个部落社区现在比较有能量的社区营造的单位或是团体或是法人盘点出来，再来有些什么样的地方是有机会的。所以在这个初期的盘点之后，会由教育部、原民会跟县市政府跟这些未来有可能的团体来做对话跟沟通，就是如果我们要来做扩大，可能我们会遭遇到的困境在哪里？这个透过这样的一个对话跟理解，可以非常聚焦的找到我们需要克服的困难，我们就可以逐一的解决。当然，我不会忽略掉地方政府的层级。我明白，在地方政府在行政面上面也有很多需要帮助的地方，在这里就要感谢我们的招委，在屏东县因为有过这样的地方政府的横向整合的经验，所以我们在其他的部门在做沟通的时候都有提供到这个部分，大家不要太担心，是有潜力的。我们不只有屏东，我们有新竹，我们有高雄，这个困难都是可以被突破的。第二个是提到的现况的问题解决，当然除了扩大以外，现况的问题刚才其实很多的先进也有给我们指教，包含了整个沉浸式主语教学的方式，还有互助教保之间的交流跟沟通，教保员的资格、新传师如何能够进来，这个部分也会列到我们跟原民会的共同的合作讨论的议题，就是不是只有扩大，现况的问题的克服解决还是基本。如果像刚刚提到的，屏东为什么会从10个掉到2个，又回到5个？我们不要让这些现场努力了很多年很久的团体热血的老师，不要被泼冷水而退出。所以，这个如何巩固在现场人员
那这个还是我们最根本的部分，所以还是从协助解决困难开始。像我们提到了部落教保中心的整个主任的资格这个部分，我们也是有做一些法规上的弹性的松绑。再来就是都会原民了，刚才大家也提到了很多这个部分的指标线，我们其实已经有做了一些盘点了，就是我们去查了涉及单一邻里的都会原民的幼儿人数有超过60名的部分，现在有4个县是有15个里，的确包含了台新北市、桃园市、高雄市跟基隆市，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列为优先，未来是不是做部落特殊教保中心的这些应该要优先实施的点，大概是这3个未来要做的。那我要提出来的具体的承诺，这个也要谢谢我们的今天的所有的先进哦，给我们很多的指教意见。那刚刚部落互助托育行动联盟的秦天立执行秘书，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完全的带到，但是我在这边要做具体的承诺，就是所提到的中央部会的3点，我在这边全数的接纳，也愿意朝这个方向来努力。第一个，我们会建立全国性的需求调查以及宣传；第二个，我们会进行全国性的行政人员的教育训练；第三个，我们会来做中央统筹联系汇报，来做定期的追踪。我想这3点都是非常具体可行的建议，我们在这边也明确的表达我们接纳的意思，也承诺未来会朝这个方向来做努力。那这个阶段就先在这边做回应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我们邱署长，他做了3点承诺。第一个，刚刚有好多人提出的需求调查，多样性的需求调查。第二种呢，他是提到关于经验分享，在互助教保服务中心怎么样透过各地方政府行政人员的训练，协助解决适用法规跟审查这些申请立案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第三个呢，我们中央会有一个汇报的追踪方式，来持续的追踪并辅导各地方成立互助教保服务中心，以及协助他们业务正常。好，这3点非常感谢我们这个署长讲的非常斩钉截铁。好，接下来我们还是保留一点时间，是不是还有进行意见交流？那么时间上我们就每个人2分钟。如果刚刚在第一轮的时候有未完成的发言，或者刚听到回应之后要补充的，我们也欢迎您。有没有意见交流的部分？来，我们那个谢总会长主席，各位先进，抱歉，因为我刚刚本来要回应4个命题，就第4个命题还没提到，就时间到了。那有关第4个命题的话，就是说有关互助室的部分的话，因为这个互助室我们刚刚所主要提到的都是有关在偏乡地区啊，或者是比较弱势的地区，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私立业者基本上我们是全力支持的。但是因为它互助室的一个精神，感觉会是比较有特殊性的，比较开放式，或者说更多政府资源给予提供的。那我们有一点质疑，就是说有关这个企业的互助室这个部分，我们就觉得很纳闷啊，因为企业它不可能设在一个没有人口的地方嘛，对不对？它如果说只有3个人、5个人，他不可能去设一个互助式的托婴中心，幼儿机构。所以说，而且因为企业本来就是以盈利为目的，那他一旦他设立之后，发现他的生源不足的时候，他就会对外收费招生，那跟其他的私立幼儿园基本上是没什么两样。但是他可能又因为在这个法条里面，他享受一些福利，享受一些特权，或者甚至于政府还给予一些资源，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觉得有疑虑的。好，报告完毕，谢谢。好，谢谢谢总会长。来，那个天立。部落互助托育行动联盟的执行秘书金天立第2次发言。那非常感谢主席、委员，然后还有署长很斩钉截铁的承诺。那我这边再稍微做一点补充，就是关于那个需求调查的部分。那我们认为说，因为刚才讲到说，这个并不是只是量的提供的问题，而是分布的问题，所以说希望这个调查是可以完整的调查说2到5岁的受托的状况，
那甚至是说关于人口的迁移在籍不在籍，因为其实如果以屏东为例的话，可以看到说整体屏东也许人口数看起来好像出生率是往下掉，可是如果说你以部落区域来看的话，其实少子化的问题可能是反过来的吼。那再来是说托育资源的空间分布，还有说是不是有可能列出所有没有托育资源的社区和部落，比如说原民会已经有列出来所有部落数，那其实就可以看到说哪些部落它到底完全没有托育资源的，那是这些部分可以做盘点。那再来是说闲置工空间也可以做盘点，以及说我们怎么样可以真的去鼓励，比如说我们以屏东为例，我们现在有废弃的国小，就是以教保中心，它有使用废弃的国小，有使用废弃的派出所，有使用社区活动中心，也有使用教会的空间。那在高雄也有使用永久屋的空间，这些闲置的公共空间其实都可以做使用。那怎么鼓励？它也许不是教育单位所属，就是说，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包括刚才署长其实有很好的示范，说跨部会的协调怎么样一起协力。那在县政府的部分，跨局处的协调，因为它可能不是单一的教育处、教育局处可以处理，那包括建管，包括其他的空间管理单位，是不是能够鼓励他们提供这样的空间？以上，谢谢。好，谢谢我们天立的补充，还有没有？好，那我们就是这个郑前总会长，还有后面的侯主任。好，还有没有？我就一并点完。还有教授，好，我们郭李教授，就这三位吗？好，那这三位。我今天针对那个，因为我们中立委以后也可能接屏东县长，我们屏东最严重的哈，人口老化以外，我们幼儿只有剩4000人了，整个屏东县了，我们差不多减一半了。那我记得我20几年前回屏东的时候，屏东市有23万人口，现在剩19万多，完全没有人要生了。我们屏东是所有县市几乎没有补助的地方哦，因为太穷。那我为什么要鼓励说，应该把钱哦补助给我们的家长呢？因为这样的话才会造成区域平衡呐。没有我们屏东真的穷死了，没有人要生。而且这个县哦越来越老化，没有干脆哦屏东县哦直接归高雄市好了，因为最起码大中班小都有补助。那我在这边也是因为我来自屏东，我很担忧，因为自己的故乡啊，我23年前博士毕业我就回屏东，因为我爱我的故乡，我爱我国家，我希望政府能够听进去，让我们的年轻人为我们生下一代台湾才有希望，不要以为都没钱，其实都有钱，怎么用？我提出一点，因为刚才讲的公幼20%只有低收入家庭，非盈利只有10%。我提出一个建议很好，你大家国署长你可以想想看，为什么这些有经济很好的人去读公幼，占用这些名额？我建议哈，把公幼跟非盈利的弱势家庭排除在外以外。只要是正常的家庭，应该依照实际收费去收费，把多出来的钱去补助所有的新的家长。那我觉得台湾就有希望了，因为我问过所有的助理也一样啊，国会助理也一样，他们希望政府补助。谢谢各位。好，那接下来由侯主任。我有一个最后想要补充的，就是其实现在原住民从学龄前的教育都已经在结构了，尤其是实验小学也都在结构我们以前传统对原住民的教育。那现在曾经是执行在学龄前的园所的话，我们反而是去建构某一种固定的教学模式，我觉得这个有违背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有沉浸式主语教学这个计划。所以我们很希望从针对培训还有师资方面，请把人还给园所，还给部落。
我们的老师主语教保员有半年时间在昆山科大 接受培训，可是对于这样子的培训课程，我觉得他们没有办法回归到自己的园所还有自己的部落，反而是让他们接受某一种固定的教学模式再来带回园所。这是我们看见的隐忧。我们也会发现主语教保员无法完全贴近我们的家长跟孩子，那这样子其实我们怎么会把原住民教育尤其是学龄前的教育变成这样，这个是我们的担忧。所以最后我们想要讲的是，我们学龄前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是可以让学前的教育能够 开出不同的花，那我们很希望在这些花朵当中有很多原住民不同的花朵。谢谢。好，接下来我们郭李教授。大家好哈，那这边的话我大概有两点，第一个是讲到需求调查的部分哦，我希望这个需求调查其实我也蛮担忧的，因为不是只有量的调查，你要知道这些家长他要把孩子从部落带出来，他对孩子未来的教育他是非常关注的，只是他这个关注点是主流文化的这个学习，认知的学习，还是我们语言文化的这个认同度到底够不够，所以我觉得这个调查除了调查之外，应该还要做沟通，还有家长需求的这个了解的部分，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调查。那第二个的话，我要呼应一下刚刚怡怡讲的那个沉浸式主语幼儿园的执行面。当然整个计划的构想好像是对的，可是问题是执行面上确实发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这我跟圆明会已经沟通了非常多次，其实在我们教育部的国幼班辅导团，我们的辅导教授们也都发现有这样的问题，希望就是这个团队能够跟我们幼教团队来做一些讨论的这个部分。所以的话，在沉浸式主语幼儿园这个面向，如果各位教育文化的委员还非常关心我们幼儿教育这一块的话，在沉浸式主语幼儿园这个已经执行了几乎五年的这个计划，它的执行的方式其实非常需要关注的。好，谢谢。好，谢谢郭李教授。接下来最后我们请马理事长。我们互助教保服务中心马秀先第二次发言，那我在这里有几个主要的诉求，就是我目前互助教保服务中心每年都提计划，那所以其实在现场的稳定度它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条件，那如果是要从稳定的部分，我们建议能不能从中长期的计划变成三年的一个计划，可不可以这样子，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刚一直在提到互助教保服务中心强调的是在互助，所以我们在担心的就是很多且答或类似像这样，其实在部落真正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在互助的这个面向其实还蛮多，真的是在现场不管是师资或者是在建筑或其实有很多的互助的经验，其实我们可以有空的话，大家可以在这个部分可以多聊，在这个互助的部分怎么用最少的钱去做最有评价跟优质的这样的一个互助教保服务中心。那在我们这个资料里面，其实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是从我们过去的实际的这些实例里面所做的，那这些都是寥寥事，如果你想要更详尽的话请跟我们联络，谢谢。好，谢谢。那我想呢今天所有的与会那个高金文，我补充一点哈，其实呢，刚刚对于这个几位马理事长还有几位教授所谈到的原住民的这个问题，我在立法院其实已经成立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原民会跟我们的邱署长这个平台，其实已经出来了。这个平台呢，其实一直在解决你们刚刚所谈到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呢，如何让我们的未来的家长认同我们自己原住民族教育体系的这一块，您讲的没有错，就是家长会认为我孩子学了这个之后，到了澄清式教育或教保中学或者民族小学再上去，我未来有没有竞争力？其实这个平台已经正在把我们整个的蓝图写出来，我们最近也正要跟考试院这个平台建立起来，也就是说未来的原住民的孩子选择民族教育这一块的，他
不会是没有优势，而是他可能是最直接回到部落去的，包括我们的教育人才，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生护士的人才，以及警察的人才，这些都是跟在地跟语言跟族群有非常非常多的关系的。所以我们等圆明会跟我们的这个考试院结合了以后，这个如果突破的话，我们就会跟大家宣布，家长们不要担心。其实呢，孩子学了民族教育的这一块，他应该是回部落最优先被考虑的。在考试上面、考题上面，我们就要有一般别于这一块的考试。你既然是学了在地的地理文化，还有历史的，你是最清楚知道我们部落里面的这个服务人员、公教人员，你应该是第一个被回去的。所以这个也要县市政府的支持。我们也希望钟委员能够当选以后的县长，你来带头做。就是说，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老师、校长要回乡，还必须经过地方的自治的制度，所以这块如何跟县市政府打好关系、打破关系，让我们的孩子回到自己的地方来服务我们的族人，包括长照、包括教育，我想这一块是大家应该都认同的，只是大家还没有把这个关节打通。钟委员也答应我，他要做我们这个平台的这个顾问之一，所以我这个部分也补充来说明一下，谢谢。好，谢谢高金委员，感谢您的抬爱。我现在是家长，我下一个目标是跟我太太竞选护长。好，那么今天的意见交流跟发言全部有包括我们高金委员在内有24人次，那陈听会委员有提书面意见，我们也一并列入会议记录、陈听会的记录。那现在呢，进行结论。依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58条的规定，委员会应于公听会终结后10日内，依出席者所提出之正反意见，提出公听会报告，送交本院全体委员及出席者。第59条规定，公听会报告作为审查该特定议案之参考。第二呢，我们会将各位的宝贵意见综合归纳并汇集成册，送交本院全体委员及今天所有出席的与会贵宾。那我这里呢，特别把今天我整理了大概有6个，大概听起来的共识点第一点呢，就是要进行需求的调查，这当然我们邱市长也承诺了，不过我这里还是重述包括对于这个幼托及照顾在城乡分布上的差异、家庭经济能力的差别，以及不同处境幼儿的不同需求，要进行完整的调查，这是大家与会共同希望能进行的。第二个呢，对于政府在推动幼托公共服务的过程当中的公共性的定义，以及他未来的政策目标，他的优先顺序也应该加以厘清。因为从与会听起来，大家对于所谓的包括幼托公共化到底包含了哪些内涵，它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受益者是哪些人，大家都有诸多不同的讨论。所以呢，也希望说第二个呢，未来能够在政府在推动幼托公共服务的这样的面向的时候，能够将定义目标跟优先顺位以及受益者呢明白的列入出来。第三个，关于我们今天的讨论的主题，互助式教保服务中心的普及化呢，那首先呢，这里呢有一个蛮听到的蛮强烈的一个需求是认为这是否只是依据幼教法第10条普及前的替代方案，还是一种常态性的多元选项。这一点呢，也希望未来立法院在处理幼教法修法的时候，也能够考量到这一点的意见。我再强调一次，依照目前幼教法第10条。目前的互助式教保服务中心是偏乡及部落在幼儿园普及之前的一种替代方案，但是呢，是否未来应该把它视为一种常态性的多元选项？未来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应该将这样的一个意见纳入考量。那第四个呢？对于各式各样包括能够扩大幼托服务的各种可能方向。包括今天我特别举例包括我们总会长提到的类似像公费教保员这样的思维模式我们也希望后续能够继续的征询社会各界的意见，将各种可能满足社会幼托需求的各种政府应办思维各种模式的方案呢，都把考量进去。这是第四点。第5点呢，有关于互助式教保服务中心已经
某种程度上为我们原住民族的家庭及幼儿啊，提供了文化及族语传承的一种模式。那这当然，这是虽不是这个互助教保唯一的功能，但是也成为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那在此前提之下呢，如何让这样的一个这个原住民族的家庭及幼儿能够进行语言跟文化的传承，又同时进行他未来社会生活的能力培养，我们是不是应该兼顾到他师资的养成跟其他相关的规范呢？这一点呢，我们也希望说未来主政机关能够提出，包括教育部跟原民会。那第六点呢，透由今天的讨论当中，我们互助式教保它提供了一个思想思维啊，就是目前的管理啊都停留在一种外部的法令监督，而忽略了呢这个互助教保本质啊，它存在有一个内部自主管理的动能。那关于这样的内部自主管理的动能，怎么样透过未来在机制上，譬如说建立一个社区审议机制的模式，让它能够落实，而避免说我们常态以来对于教育、对于幼托、对于照顾，我们忽略了社区自主的功能，而以强在于便于行政管理的法令呢，造成它诸多的限制。我想呢，这样的一个法规的盘点呢、啊，未来呢也应该呢，以往再重述一次哈，能够重新去检视、检讨这种外部监督的思维，而还给互助教保本身它一种内部自主管理的能力，在未来的相关法规上，除了清除不必要障碍之外，也应该去落实让社区有必要、建立社区本身审议的机制。我想呢，这是今天呢、啊，我听了我们这个包括诸多学者专家的发言之后呢，也先在帮公听会的结论做了这六个比较重点式的提要。那未来希望我们今天的公听会在与会会众的这个发言以及主管机关的回应，我们能够呢将这些宝贵意见的具体落实。最后呢，再次非常感谢今天出席所有公听会的所有伙伴，你们提供的宝贵意见，我们审慎考量后，为未来呢会继续进行修法及监督教育部门执行的依据。今天公听会到这儿，谢谢大家，谢谢。Thank you.